男人只是做了一个汉子，就折服了这个世界的霸主。为了吃到他的美食，伟大的黑龙更是选择成为他的打工仔。只因艾尔在来到这个世界后，发现这里的食物很差，所以成为一名厨师是他唯一的梦想，却不料遇到了战乱。年轻人必须要加入攻打黑龙的队伍，没想到人倒霉起来连喝水都塞牙缝。老天爷应该让卡车把我带走，但很快又因为他拥有魔法天赋，被分配到了魔法师队伍。与骑士相比， 法师不用在前线打打杀杀，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碗里的食物，不知道为何这个世界的食物总是很难吃。如果我能在这个世界开一个餐馆，生意会有多火爆。所以，成为一名厨师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梦想。在这一年又一年的艰难时光里，他最终坚持下来了。15年过去，他终于迎来了退役。这个小镇就是他开启新生活的地方。格雷克城市和队伍里认识的伙伴一起开了一家餐馆。就在这时，他叫住了一位妇人，并痛哭流涕地询问这里有没有商店。15年了，整整15年，没人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 一阵寒暄过后，男人便得知了他叫雷恩，是附近商店的老板娘。随后，他向艾尔推荐了他丈夫的店铺。就在这村子的不远处，与此同时，雷恩提醒艾尔，他的丈夫脾气有点暴躁，但艾尔在见到这么和善的雷恩后，想必他的丈夫也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。可等到见到之后，却是慌张到说不出话。原来，老板误以为他是其他店铺的商贩，只见老板十分暴怒地表示：“你们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肉，然后在肉变质之前以两倍的价格卖回来。 这可把艾尔听得一愣。我可是刚来到这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平底锅狠狠地落在他的后脑勺上。刚才十分嚣张的老板瞬间没了脾气，随后便询问起艾尔是不是要被轮肉。艾尔给予了肯定，没想到脾气暴躁的老板会怕友善的老板娘。夹在中间的艾尔表示我想回家，在老板娘的平底锅下，老板只能屁颠屁颠地去拿肉。对此，他也感到非常抱歉。 他曾经也是一个士兵，但被自己的一个同事欺骗后就变成这样。与此同时，老板也把肉拿了过来，并示意艾尔展示一下自己的手，因为这些被轮肉是品质极好的，只有获得它的认可，他才会供应，不然连一块肥肉也没想到。让我们看看你能做出什么美味的菜来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平底锅再次朝后脑勺袭去。老板娘则示意艾尔忽略他提出的条件，虽然条件很苛刻，但艾尔还是同意了老板的提议，并邀请两人晚上到他的饭店品尝，随即便自信地离开了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家畜和动物的名字和它出生的地方完全不同。牛被称为乌巴，鸡叫巴伦库，狼叫贝伦，猪被称为乌巴。贝伦肉被认为是一种昂贵的食材，最划算的肉类选择是猪肉，但这里的人却不懂得五花肉的美。考虑到五花肉的品质，烘烤自然才是最美味的。在此之前，还需要将肉切开多道口，以便腌得更加入味。在烘烤过程中，肉表面的水分会迅速蒸发，才能享受到更脆的口感。没想到一鸡可以秒杀魔物的招式竟拿来切肉，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就在这时，门铃响起，是雷恩夫妇来了。艾尔随即让他们稍等片刻。雷恩正夸赞着他的饭店环境整洁，一旁的诺尔却忍不住吐槽几句。见此，雷恩默默掏出了平底锅，看来是锅底不够亮了。另一边，艾尔正在为烤肉做准备，烤盘加热后
皮，然后调一下，让猪皮的侧面有一些颜色，再撒上盐后把肉彻底烤熟，以确保里面的温度均匀，然后把它切成方便食用的大小。接下来准备一份沙拉来搭配这顿饭。也许当地人不太熟悉这种只吃卷饼的方式，各种蔬菜和浓郁的调味料平衡了烤五花肉的丰富口感，诺尔先生似乎一丝不苟，所以最好避免不必要的添加。最后我们把它装盘，作为最后的点睛之笔。沙拉和烤五花肉完成。当烤肉拿到桌上时，雷恩已经开始期待了。让我们看看艾尔的厨艺怎么样。仅仅只是一口，香脆的乌巴肉在口中绽放，就好像在草原上奔跑。这真的是乌巴肉吗？艾尔给予了肯定。当然，沙拉的浓郁香味也洗去了它的油腻。雷恩也没想到还能这么搭配。与此同时，他询问起一旁诺尔先生的看法。而此刻诺尔的盘子早已空空如也，并表示还不够，远远不够，示意他多上一些。下一瞬，一个平底锅就出现在他的天灵盖上。一个平底锅够了吗？诺尔先生便小声地表示，恭喜你通过了测试，只要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肉，我会提供出帝国最好的肉。艾尔对此也十分感谢诺尔先生的认可，但现在我想要吃更多的烤肉。艾尔随即示意他们稍等片刻。与此同时，厨房的香味飘到了一个女孩的房间，而女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香味吸引。画面一转，自从一周前餐厅开业以来，艾尔一直适应得很顺利，他的饭店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。这一切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这些香料和调料。然而在这个世界上，它们既稀有又昂贵，所以人们不能随意使用它们。此外，产品的质量和种类都无法与现代世界的产品相比，但艾尔却有办法获取。只见他将一枚金币放到这个召唤法阵中间，在念出魔法咒语后，现代的产品便出现在眼前。这个世界的召唤魔法，从现代世界召唤物体，这是艾尔在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时碰巧失了这个咒语。虽然它有物体的大小和重量的限制，但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侧面证明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咒语，因为它没有达到让艾尔回
回到原来世界的主要目的。此外，杂货店里的食品，除非是加工过的产品，比如鲜肉、鸡蛋或蔬菜，都是变质的。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。即使是拥有高阶法师头衔的他，每天也只能召唤一次。就在这时，他想拿两瓶啤酒解解渴，但打开冰箱里面却是空荡荡的。而艾尔很快就猜到了真凶，对着脑瓜子就是哐当一下。鲁林却拿出了撒娇术，艾尔也无可奈何。喝完酒至少要收拾干净，这就是你上次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美食的后果。身为最伟大的黑龙，怎么会做打扫卫生那种事情？下一瞬哐当一声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但现在伟大的黑龙只能屈一下。就像他说的，他的真身是一条黑龙，艾尔是在他成为孤儿后找到他的。他在龙之战中失去了母亲和家，虽然他现在活了几百年化成了人形，但对于龙来说他还很年轻，也许这就是他不成熟的原因，所以艾尔决定收留他。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艾尔答应给他做一个牛排汉堡。就在这时，准备打烊的门铃再次响起，是诺尔先生。他看起来一脸心事的样子，而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艾尔给他上酒，但冰箱的啤酒全都被鲁林喝完了。不过好在今天召唤了一瓶烧酒，但不到片刻就被诺尔先生喝光。艾尔随即劝解他不能再喝，而诺尔先生也是凭借酒精的麻痹把心事说了出来。闻此，艾尔内心猛然一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随后诺尔先生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他发现雷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精心打扮出去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，所以他决定秘密的跟踪。没想到雷恩要去见他当雇佣兵时的一个同事，并且他也是诺尔先生最亲密的战友。说完，诺尔先生便痛哭流涕，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听完，艾尔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他虽然认识雷恩的时间不长，但他绝对不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。而一旁的鲁林正在骂骂咧咧的干活，艾尔随即示意他要不要一起出去，或者你可以继续播。鲁林委屈巴巴的给予了肯定。片刻之后，两人便来到了诺尔先生说的地方。随后在一个餐厅前面发现了雷恩夫人，并且他对面还坐着一个男人，想必他就是那个同事。为了能更了解他们的情况，艾尔便让鲁林开启空间魔法，让他听到两人的谈话，并奖励他一个牛肉汉堡。贪吃的鲁林表示要两个，而艾尔也是爽快的答应。随后两人的谈话内容艾尔也是全部得知，他们并不是诺顿先生说的那种关系，看来其中有很大的误会。思考片刻，艾尔随后就出现在两人面前。诺尔先生误解了你们俩。另一边的诺尔先生醉醺醺躺在桌上，随后两人也出现在餐店门口。见此，诺尔先生抓起拳头就朝战友袭去，可他却没有想要躲避的意思，但被艾尔的魔法屏障拦了下来。门特先生，让他打你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，如果你先告诉诺尔先生是门特先生在他开肉店的时候借给他钱的话，他会平静下来的。闻此，诺顿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你们所有人先坐下来好好谈谈。考虑到诺尔先生喝了很多的酒，所以必须让他清醒过来，涮锅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。与此同时，雷恩也是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在诺尔先生被骗光所有的积蓄时，是门特先生借的店开店。如果是直接借钱，想到诺尔先生一定会拒绝，所以雷恩便谎称是一个堡主把钱追回来。随后艾尔打断了两人，边吃边谈不是更好吗？贝尔肉涮火锅。在两人的简单尝试后，两人便回忆起了过去的生活。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，但仿佛就在昨天，在艾尔的火锅助攻下，两人积攒多年的秘密全部说了出来，最后矛盾也得到了化解。可一旁的鲁林就不乐意了，说好的两个牛肉汉堡，艾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差点忘了。就在这时，门特先生叫住了他。门特先生希望能在这里接待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以及他们佣兵团的聚会，而艾尔也是爽快地答应。几天之后，艾尔也是想到了一份合适的菜单，但在此之前需要先将其抓住。这种类似鸡的生物，它们有着极快的速度，因此巴伦库肉类被视为非常罕见的食材。但不管如何，今天你必须成为我的盘中餐。不是鸡，而是一种类似鸡的生物。巴伦库在这个世界属于高端的食材，因为它奔跑的速度极快，所以一般人很难抓到，就连身为高级法师的艾尔也不例外，所以只能另想办法。就在此前，他来到了诺尔先生的店铺，当听闻他要巴伦库肉，诺尔先生也是吓一跳，但诺尔先生告诉他这种肉一年也不会有人卖，劝他打消念头。随后艾尔打算使用激将法，你说你能弄到我想要的任何人。自信的诺尔先生现在在哪里？于是诺尔先生给他指了一条明路，最近在柠檬森林发现了他们的身影，所以他来到柠檬森林，但是这个巴伦库实在是太难抓了。随后他打算交给鲁林试试。下一瞬，一股恐怖的威压覆盖了整个森林，伴随着鲁林释放龙鳞，巴伦库顿时被强大的威压吓得无法动，以至于晕死过去。鲁林得意地表示，如果你不小心中招，也会跟这只巴伦库一样。片刻之后，两人回到饭店，鲁林也是如愿以偿地再次喝到啤酒。艾尔提醒他不要把酒都喝完了，因为接下来的美食与啤酒很搭配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此刻门特的佣兵团已经再次等候，众人都在期待着艾尔的美食。他也是把自己的小儿子米尔丁带了过来。前辈对这家餐厅好评如潮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我希望他不辜负你的期望。随后一份金灿灿的炸鸡就摆在他们面前，想必大家都知道巴伦库，这就是用巴伦库肉做成的美食，这可把米尔丁吓一跳，传说中连职业猎人都抓不到的生物就这样被做成了食物。艾尔随即示意他们趁热吃，因为那样吃起来才有味道。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到巴伦库肉，只是简单的一口便被它的美味征服。香脆可口，外皮经过煎炸烹饪过程变得金黄酥脆，每一口咬下去都能感受到那种香脆口感，令人难以抗拒。米尔丁更是一口吃两
艾尔知道这次的食物看来很成功，但现在人数太多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他便示意鲁林一起帮忙。可鲁林似乎不太情愿，你现在要让一条高贵的龙为人类服务吗？这可把艾尔愣住。于是他拿出了奥斯卡眼镜，语气一下子变化180度。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，我们在战争结束后一起开一家餐厅，然后我们一起经营它。我想感情是可以改变的，但现在我一个人很好。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这可把鲁林吓一跳。我现在马上干活。对于一条龙来说，简单的端啤酒应该没事吧。随后艾尔负责做美食，鲁林则负责端食物以及啤酒，就这样忙活了半天，最后也累到趴在桌上。终于结束了吗？而艾尔也是为他准备好了食物。累坏的鲁林大口的啃着炸鸡，对他做的美食很是满意。艾尔也没想到他会帮忙打扫卫生。难道你终于长大一点了吗？鲁林一下子就泛起了泡泡茶壶，缓缓倚靠在艾尔的肩上。因为这是一个餐厅，我们的餐厅。看着累坏的鲁林，艾尔也是非常开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气息正悄悄地靠近，鲁林顿时就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随后慌张地躲在艾尔身后。伴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，艾尔也感到了不安。无论我什么时候去，人类的城市总是令人不快。好久不见，黑龙美迪达那长老。艾尔也知道他是为鲁林而来。原来就在此前，龙族之人抛弃了鲁林和他母亲，尽管艾尔将他带走，黑龙也没有阻。这也是当时黑龙族的承诺，但长老却耍起了无赖。承诺是有秩序的，讲究先后顺序，在黑龙族中达到800岁就被认为是成年。当鲁林满800岁时，他也必须前往圣地，这是龙族的规矩，没有人能打破他，打破他就意味着战争。艾尔轻叹一声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开始。选用上好的牛里脊肉，将其切碎并塑形，加入少许盐与面包一起在融化的黄油中油炸，把肉饼放在蔬菜上，再淋上蒜蓉酱汁，最后再加上一个巴伦库的蛋，连龙都可以贿赂的汉堡包就完成了。在艾尔的餐厅准备打烊时，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他是黑龙一族的长老，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带走鲁林。可艾尔怎会让鲁林跟他回去？见此，长老直接开启了龙人形态。你可能比传闻中的厉害，但你太看不起我了。一旁的鲁林也慌起来，并示意艾尔不要发动战争。闻此，艾尔也是顿时愣住。什么战争？我说的是打造一个龙穴。原来鲁林和长老都误解了他的意思。我们有一整年的时间，而现在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财力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。我们可以这样操作吧，黑龙长老。而黑龙长老也给予了肯定，当然随即便离开了这里。我一年后再来。那么艾尔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打造龙穴。宏伟的内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藏是龙穴的象征。很明显，创建一个龙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，此刻艾尔却陷入了两难。客人们潮水般涌，因为有传言说我们有巴伦库肉，虽然艾尔告诉他们不会再卖了，但还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不行，我需要一个减少客人数量的方法。于是他找到了诺尔先生。看着漫山遍野的巴伦库，诺尔先生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而他也不知道艾尔抓这么多巴伦库干嘛。对此，艾尔也做出了解释。接下来我会给你提供巴伦库，帝国里唯一一个卖巴伦库肉的地方，肯定能吸引很多顾客。让诺尔先生感到好奇的不是这些巴伦库，而是艾尔怎么把他们抓到这里。即使是对格雷克城的顶级猎人来说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在与诺尔先生讨论了条件后，他也是爽快地答应了合作。就在这时，诺尔先生好奇这些巴伦库怎么不会跑。只见艾尔在地上刻画了一道法阵，一个巨大的魔法屏障瞬间将整个山头覆盖。诺尔先生直接就看傻眼了，这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学了几年魔法就能做出来的事情，这家伙难道是怪物吗？与此同时，艾尔也示意诺尔先生帮他保护。我和你一样是一个战后退休的餐馆老板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餐厅正如艾尔的预期一样，甚至比他的预期还要好。这是不是有点好过头了？因为今天没有一位客人，但鲁林却是很开心。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挖洞去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。随后艾尔便带鲁林来到了餐厅那座山的山脚下。因为餐厅本身在城郊，所以附近的土地都是他的。鲁林对此也是非常满意。但在挖洞的过程中必须要开启魔法屏障，否则餐厅就会倒塌的。听完鲁林就撸起袖子，而艾尔却是转身离开。我想餐厅不能没有人看守吧。这可把鲁林愣住。所以你是想要偷懒？画面一转，艾尔便回到了餐厅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获得这么清醒的时间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却突然响起。只见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男孩推开了大门，并询问起这里是不是传闻那个可以吃到巴伦库肉的人。艾尔给予了肯定，但很抱歉，我们已经不卖巴伦库了，你得去诺尔的肉店看看。但他似乎很慌张的样子，随即问道还有没有其他菜品。于是艾尔便邀请他稍等片刻，因为他想到了一份合适的美食，想必汉堡应该合适他的胃口。肉饼用的是牛里脊肉，将其切碎并塑形，加入少许盐与面包一起在融化的黄油中油炸，把肉饼放在蔬菜上，再淋上蒜蓉酱汁，最后再加上一个巴伦库的蛋，连龙都可以贿赂的汉堡包就完成了。当看得汉堡的那一刻，贵族小孩似乎也很感兴趣，随即便拿起来尝试。可就在这时，大门被再次打开，随后一个严肃的管家叫着他的名字。闻此，迪兰变得害怕起来，并停下手中的动作。如果你吃了这种地方的食物而中毒怎么？但艾尔就不乐意了，你敢说我的食物有毒？中间的迪兰随即示意两人停止争吵，紧接着拿出一枚金币放在桌上，便失落地离开了餐厅。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人艾尔不由得担心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鲁林浑身脏兮兮地跑回来哭诉：臭艾尔，接下来到你。
而艾尔示意他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挖洞的事情明天再说，并让他开启空间魔法带他过去。可忙活了半天的鲁林表示肚子饿，艾尔答应他等回来给他做好吃的。画面一转，迪兰已经回到了城堡的房间内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门，随后艾尔和鲁林便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这是你的东西，因为你已经付过钱了。艾尔随即示意他快吃。看着香气飘飘的汉堡，迪兰也是口水直流。可就在他准备享用知识房门，却被敲响，这让艾尔顿时无语，还能不能让人有一点私人空间了？ 有治疗术的精灵却每天被烦恼困扰，而困扰他的问题却不是病人太多，因为很多人都是故意把自己弄伤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能接触到罕见的精灵。在迪兰被管家带走后，艾尔便带着鲁林潜入了城主府中。可就在他准备吃汉堡时，却被门外的侍卫打断，因为侍卫听到里面有其他声音。可迪兰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，随后他向一旁的艾尔询问起来，这可把艾尔愣住。艾尔也看出了他是缺乏自信，于是告诉。 你是男爵的继承人，他们不能拒绝你的命令，所以要自信。但迪兰觉得他们是不会听他的命令，相反，侍卫总是无视他。见此，鲁林轻叹一声，随后大声的表示：“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进。”一旁的迪兰也是吓一跳，因为鲁林刚才的声音跟他的一模一样。很快，外面的侍卫就离开。艾尔示意他必须要确立自己的优越性。可下一瞬，迪兰却跪了下，并希望能当他的老师，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母亲，小时候都是跟继母一起生活。 所以从来没有人教导他该如何做，在他的父亲病重后，继母更是让所有人孤立他，并试图限制他的行动。见此，艾尔便打算教一教他。你说你想成为一个好领主，但领主的地位伴随着责任，因此你应该能够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在做出你真正相信的决定之前，一定要倾听并思考这些话。如果这个决定对你有利，那么一切都很好；如果不是，那么接受他并承担责任。随后示意他趁热吃掉汉堡便离开。在艾尔两人离开后，迪兰便用力地咬上一口。 很快，他也被美味的汉堡征服。在美味的食物助攻下，迪兰一下子顿悟了艾尔刚才给他说的话：“我明白真正的意思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”画面一转，艾尔已经出现在餐厅的郊外，而他刚才说的话只是临时给他编的，希望迪兰不要当真。接下来就是回去给鲁林做好吃的。另一边，来到格雷克城郊的一片森林，这里有一家很受欢迎的诊所，那里的医生拥有高超的技术，甚至还会魔法治疗。但这并不是他受欢迎的原因。顾客涌向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的最大原因。 是因为这家诊所不是人类开的，而是一位罕见的精灵。可他现在却忧心忡忡的样子，随即说道：“他在考虑要回老家，这让雷恩很是疑惑。”艾琳娜也做出了解释：“虽然我很喜欢治疗和帮助别人，但我发现没有人对治疗感兴趣。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见那个精灵女人，而不是我这个医生。”甚至还被他们的家人谩骂，这让艾琳娜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现在连坚持下去的动力都没有，你是不是也讨厌我？艾琳娜随即否定了他的看法：“正因为有雷恩夫人这么好，我才能坚持下来。” 雷恩知道现在他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才会这样，就像他一样。虽然诺尔晚上睡觉的呼噜声很大，但是他做事情确实非常难。而之前你是喜欢治愈病人的感觉，对吧？艾琳娜给予了肯定。随后雷恩向他推荐了艾尔的餐厅，这让艾琳娜很是疑惑。我想你会喜欢的，因为艾尔的餐厅就是这样的地方。画面一转，只见艾尔正在挖着山洞，凑巧遇上了诺尔先生带他的侄子过来吃饭。而诺尔也是跟他说了会有一位精灵族的人过来。随后艾尔便赶回了餐厅，因为精灵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种族。 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城镇，所以不能怠慢他。可当他推开大门，却是突然愣住，只见精灵正瑟瑟发抖地朝着鲁林跪着，因为他看出了鲁林是一个伟大的君主。如果你做我的仆人，我就原谅你的无礼。见此，艾尔瞬间石化，你在对我们的顾客做什么？一份简单的番茄盖面，就让精灵变得狼吞虎咽，更是不顾自己的淑女形象一口把面吃完。因为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就在此前，精灵听取了雷恩夫人的建议，便来到了这里，但他却发现只有一个小女孩。 随后询问起了是不是艾尔的餐厅，鲁林也是给予了肯定，而鲁林从他的气息中看出了他是精灵，所以精灵确实很漂亮，这让他不知所措。你看起来也很漂亮，比我年轻多了。就在这时，鲁林咧嘴一笑：“你是说我很年轻吗？就我们种族而言，我还年轻。但我应该比你年长。”下一瞬，一股恐怖的威压便从鲁林身上爆发。你怎么敢在我面前这么乱说？吓得艾琳娜马上就跪下道歉：“如果你做我的仆人，我就原谅你的无礼。”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艾尔看见，见到艾尔他开心的表示是在给餐厅找打工。 就在他以为能受到表扬时，鲁林就变得头角峥嵘，这让一旁的艾琳娜变得非常疑惑：我现在是在做梦吗？他绝对是一条黑龙，这个世界连小孩子都知道，龙族是不能轻易招惹的存在，他们是行走的自然灾害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可以轻易的烧毁整个村庄，他们是最强大的物种。然而，他对待龙就像对待孩子一样，那家伙是谁？随后，艾尔便替鲁林的行为道歉：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而艾琳娜也非常好奇艾尔是不是人类。艾尔则给予了肯定。 想必你也知道了那个孩子是一条黑龙，并希望艾琳娜能保守这个秘密。当然，因为我还不想死，这让艾尔不知所措。鲁林给他的第一印象很差。就在这时，他询问起精灵是不是雷恩夫人推荐过的。精灵肯定了他的看法。没错，我就是艾琳娜。我们真的搞砸了第一印象，会不会给我们餐厅差评？我听说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食物，即使他们只是用蔬菜做，所以便想来尝试一下。 从艾琳娜口中得知，精灵族的人是不吃肉食，因为他们无法将其消化。很快，艾尔就想到了一份合适的菜品。
番茄盖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加入切碎的洋葱、大蒜和蘑菇，用加热的橄榄油煎锅，这样不同的味道协调一致，创造出一种美味的气味。接下来将切好的番茄用筛子过滤，放入油锅中，用盐、糖和其他香料调味，降低温度，同时确保酱汁不会烧掉。当酱汁失去水分时，将面放入热锅中大火煮8分钟，一定要留一些面水，最后把面和酱汁混合，用面水调节酱汁的粘度，然后西红柿盖面就做好了。随后艾尔让他随意品尝，因为这里不含任何肉类，面条经过番茄的上色变得色泽诱人，并且散发出淡淡清香。与此同时，诺尔先生的乌巴肉已经做好，但艾尔发现他的侄子好像一脸心事的样子，于是他准备询问艾琳娜食物合不合格。回头看去，却发现他在狼吞虎咽的吃着。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不到三两下就全部吃完了，不顾自己的吃相，弄得一嘴番茄汁，以至于都没有发现一旁的艾尔在看你，这让他变得害羞起来。随后艾尔便给他递上餐纸，并示意他不用紧张。艾尔也看出了他很少在外面吃饭，艾琳娜给予了肯定，因为他觉得蔬菜没什么不同，但没想到艾尔先生做的食物这么好吃，所以他决定以后要做这里的常客。得到顾客的好评，艾尔也放心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却传来争吵的声音，原来奈琳知道了他是被收养的事情，没想到自己被骗了20多年，这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，所以就提前离开了矿井。一旁的两人也是觉得非常尴尬，想必坐在这里不算偷听吧。随后诺尔告诉他，你不知道梅夫人是怎么把你养大的，他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因为他想让你吃饱。尽管你的父亲在当雇佣兵时早早去世，你不觉得你不是他亲生的孩子，他却做了这么多吗？奈琳表示他知道，但他现在不敢回家，因为中午的时候他和母亲吵架。闻此，诺尔先生十分生气，看到两人起冲突，艾尔便上前阻止。可就在这时，大门被再次推开，是雷恩夫人。他慌张地说道，让奈琳赶紧去矿场，因为矿场发生了倒塌，而你的母亲被困在里面。善良的精灵因为体力耗尽，差点不慎摔倒，但被一旁的男人将其扶住，并对他使用了恢复魔法，这让精灵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位厨师。就在诺尔先生与侄子争吵时，雷恩夫人匆忙赶过来，并表示他母亲被困在矿洞里，而他也无法得知会不会出现伤亡的情况。闻此，奈琳便转身奋力朝矿场跑去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娜也希望能一同前往，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治疗。艾尔也换上了法师袍。片刻之后，奈琳在洞口处被拦了下来，因为洞口可能会有二次倒塌的危险。随后艾尔便让他冷静下来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们。在艾尔的劝说下，负责人便同意了他的请求。画面一转，两人就出现在矿洞内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的岩石突然掉落，但被艾尔的魔法屏障拦了下来。艾琳娜没想到艾尔竟然还是一位魔法师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好奇。比起这个，艾尔更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以身犯险。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，仅仅是靠两个人是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所以艾尔打算使用魔法探查。在灵魂的指引下，很快就发现了幸福。经过艾琳娜的检查后，发现腿部的伤势比较严重，最后在她的魔法治疗之下，伤势很快就恢复。而接下来他们需要帮助更多的人，艾琳娜负责治疗伤员，艾尔则是用魔法将石头挪开，然后将人送出到洞外。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矿洞的尽头，在这里发现了奈琳的母亲。经过艾琳娜的检查，发现她的头部受了很严重的创伤，艾琳娜需要发动更高级的治疗术，但她也不能保证会有效果。画面一转，便来到了洞外，所有的伤员都被成功解救了出来。在艾琳娜的努力下，梅夫人也成功脱离了危险。她眼睛附近的伤并不严重，所以绷带取下，她就能正常生活。看着受伤的母亲，奈琳感到非常自责。如果不是自己，母亲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梅夫人醒了过来，见此众人才松一口气。而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奈琳有没有受伤，这让奈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梅夫人并没有要责怪她的意思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娜解释她进矿洞的原因。就在此前，她本想关掉诊所回到自己的家乡。虽然人类的生命比精灵短得多，但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。我想这里有太多我珍惜的东西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。我喜欢人类真诚的情感。现在我也知道这里的食物有多好吃。说着说着，艾琳娜就因体力不支而站不住脚，但被艾尔一把搀扶住。对此，艾琳娜感到十分抱歉。随后，艾尔便给她释放了一道精灵的恢复魔法。一瞬间，她就感觉身体变得轻盈许多。这是她在队伍时一个精灵族的人叫她的，她的名字叫贝登。这让艾琳娜非常震惊，因为贝登是他们精灵族的大英雄，而她对艾尔的身份更加感兴趣。另一边，被罚的鲁林还在骂骂咧咧地刨着山洞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泉水突然打在他的脸上，难道挖出喷泉了吗？男人发现温泉的第一件事，竟是和一条799岁的黑龙泡澡。在鲁林挖洞穴的过程中，却意外地挖到了喷泉。为了确定它的位置，于是鲁林就开始向下挖，这让艾尔很是生气，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为。尽管鲁林向下挖得很深，但水的源头连艾尔的魔法也无法探查。现在洞内的空间已经被扩大，所以必须要有东西支撑，确保上方不会坍塌。艾尔随即开始吟唱魔法。很快，一个高阶的八级魔法便被凝聚出来，而鲁林则示意他要小心，因为八阶魔法控制不好，肯定会把山顶攻飞。那是当然。伴随着艾尔将魔法掷出，产生的能量瞬间把整个洞穴都点燃。片刻之后，一个巨大的护盾就将山顶支起。与此同时，刚才消失的地下水也有了动静，下一瞬便从地下喷涌出。看着泉水带有水蒸气，艾尔知道了这应该是温泉，想必是刚才的魔法让它变得活跃。见此，鲁林打算清洗一下身上的污渍，可艾尔还没来得及提醒，他就冲了过去，不料一下子就被烫红了脸。随后，艾尔
艾尔示意他以后不能这么鲁莽，而鲁林却生起了闷气。我怎么知道是热的？紧接着，艾尔用隔绝魔法将水分离出来，因为在水没有流动之后，污垢会自然沉降，护盾里就能获得干净的热水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温泉就做好。 随后，艾尔将鲁林抱起，一把便丢到了温泉里。没反应过来的鲁林还以为他要吃黑龙火锅。艾尔示意他过一会就好，于是自己也泡进了温泉里。就在这时，鲁林询问起了他中午去了哪里。在得知了是跟精灵去救人之后，他非常生气。艾尔解释道，受伤的人需要医生，因为他不擅长治疗魔法。生气的鲁林表示他讨厌所有的种族，也包括精灵。除了艾尔，我谁都看不起。闻此，艾尔便打算教他一下做人的道理。于是他用魔法阵烧起了开水，再将水倒入杯中，然后拿出了一盒咖啡，并让他尝试一下。而鲁林也好奇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。艾尔解释道，这是一种名叫可可多做出的粉。 随后，他简单的尝试了一口。鲁林没想到还有又苦又甜的食物。原来艾尔在里面加了些血糖，他看起来像一种简单的粉，但他需要经过大量的种植、发酵、烘焙、压榨等过程才能制成。很多人努力工作，我们才能品尝到它，就像坍塌的矿洞一样。虽然我有能力炸毁山脉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救不了一个受伤的人。没有诺尔先生，我连餐厅的食材都弄不到。即使我用魔法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大空间，我最终还是要让矮人见一个潮血。种族能力和个性可能存在差异，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而排斥所有人。 即使是龙也不能独自征服世界。闻此，鲁林便思考起，他明白艾尔的意思，但我会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对待。另一边，文特先生的佣兵团正与一伙盗贼激战，在战斗中双方都挤到了悬崖边上。就在这时，文特注意到尼尔丁有危险，但好在他及时击杀了强盗。可就在这时，盗贼首领抓住了间隙，从背后偷袭。所幸文特反应迅速躲避了攻击，随即一拳将首领击飞，却不料首领选择同归于尽，一把抓住了文特，两人就这样掉下了悬崖。画面一转。 艾尔的餐厅今天打算不营业，因为他打算给咖啡加一点牛奶，所以他要建一个牧场，这样就能有一个稳定的供应。在建好之后，他们就要去抓可以产奶的动物。艾尔也了解到了乌卡的具体位置，位于维林特河的上游地区。也许你见过牛，但异世界的牛你肯定没见过。这种名为乌卡的生物不仅鲜美无比，制作出来的汉堡更是撇开嫩黄，吃上一口就感觉整个牛群在嘴里奔跑，让你的嘴巴炫个不停。就在此前，艾尔为了能获取新鲜的牛奶。 所以他打算建一个牧场，而乌卡的位置就在维林特河上。紧接着，他示意鲁林用传送魔法带他过去。闻此，鲁林也是一愣，因为他目前的传送魔法只能去到他见过的。而上一次能去伯爵府是他追踪了迪兰的气息。艾尔则表示不用担心，我会告诉你方向和距离，你就凭感觉走吧。尽管鲁林不情愿，但还是开启了魔法，因为他也不确定位置是否正确。画面一转。 两人很快来到一个湖的上空，而地下正是乌卡的栖息地。艾尔很庆幸这次来对了地方，鲁林也给予了肯定。但是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？这时，艾尔才想起鲁林是一条黑龙，龙怎么会害怕天空呢？打开你的翅膀就好了。而鲁林却不愿开启黑龙形态。见此，艾尔只能释放悬浮魔法。他不知道为什么鲁林总是讨厌龙形态，似乎他内心埋藏着很大的秘密。但艾尔也没有刻意的询问。很快，两人就平安的落到了地面。鲁林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湖泊。艾尔随即解释道：“这是海。” 他没见过也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以前一直在山洞，所以艾尔决定抓完乌卡就带他到海洋里玩一玩。闻此，鲁林便的兴奋起来，并示意艾尔要抓多少只。他随即表示要来一场比赛，输的人要回去洗碗。另一边，餐厅的门口正有三人等候，没想到从中午等到了下午也没见到艾尔，他们虽然都是胃口不一，但大家都有自己心心念念的食物，他们也是下定决心要吃到艾尔做的美食。与此同时，牧场的位置开启了一道传送门，只见鲁林和艾尔湿漉漉的走了出来，并且后面还跟了一群温顺的乌卡。 这一切都是鲁林的功劳，因为黑龙的血脉可以压制很多动物，而接下来只需要搭建一个工藤的睡觉的地方，牧场就算完成了。当艾尔回到餐厅时，也是顿时愣住。只见三个人准备饿死在他的饭店门口，艾尔也没想到他们会一直等他回来。片刻之后，诺尔先生大口的吃着五花肉，再次吃到美味的食物，几人才心满意足。如果今天吃不到，想必餐厅一旁会多三个坟墓。而我们的打工仔鲁林再次做起了洗碗匠。就在这时，诺尔先生询问起了艾尔建牧场的事情，想必这么大的牧场需要一个帮手才行。 艾尔肯定了诺尔先生的看法，因为需要有人一直盯着草地，以及给他们喂食，所以他打算准备弄一场面试。闻此，诺尔先生也来了兴趣，并示意艾尔不用担心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。艾琳娜能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意图，迪兰学会如何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作为回报。你必须要给我们做一份好吃的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艾尔准备了一份牧场的招聘信息。不到半天，餐厅就排满了前来面试的人，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场面试。第一个进场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诺尔先生看到他没有一点，马上就 pass 掉。 第二个进场的是一个帅气的小伙，而他的表现给诺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一旁的艾琳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精灵。随后，满脑子都是不好的想法。艾琳娜随即就表示失败。当诺尔先生得知他的想法后，也十分生气。随后来了一个有着管理草场30年经验的大叔，他承诺可以把养殖场变成城镇最好的草场。闻此，迪兰对他发起了考验：你对乌卡今后的发展有什么规划，以及生产乃至品销售的激励措施，还有关于如何处理疾病和受伤的情况？这可把男人听得一愣一愣。
想必你们是疯了。而鲁林也没想到找一个工人会这么多，很快又到了下一场面试。失败，你就是刚才在我的肉铺里想讨价的。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你的回答不及格。没想到面试了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，这让艾尔怀疑起了人生，会不会是因为招聘公告上的工资太低了。就在艾尔以为没希望时，大门被再次推开，没想到是米尔丁。一个简单的披萨却是女人最真诚的爱意，可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打并吃到肚子。就在艾尔打算结束面试时，没想到米尔丁却出现了，这让诺尔先生很是疑惑，因为他之前听说门特被派去保护商队。随后米尔丁给他们讲述了佣兵团遇到的事情，在保护商队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劫匪，而门特与他们战斗时不小心从悬崖掉下。闻此诺尔先生也非常担心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。米尔丁表示他的外伤已经痊愈，但他的腿受了很严重的创伤，已经从雇佣兵的工作中退休了。艾尔示意他应该让艾琳娜给他看，也许可以帮他恢复。就在这时，鲁林严肃地问道，为什么你想在这里工作。艾尔随即示意鲁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这样问。鲁林委屈巴巴地表示，我只是好奇。米尔丁犹豫片刻，我想找一些我将来能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希望以后能跟他在一起工作。闻此众人皆是一愣。诺尔先生不可置信地问道，你不会是说你爱上他了吧？今年你多少岁？随后得知了米尔丁今年29岁，两人之间相隔了12岁。可米尔丁表示自己并不介意。艾琳娜表示这在精灵族中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在人类中相差确实大。然而米尔丁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已经不再做雇佣兵了，如果我不能在这里工作，我会饿死在街上。鲁林对他的决心很是满意，我接受你们在这里工作。米尔丁对此表示担心。紧接着艾尔问到门特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情。米尔丁想等他从牧场拿到第一杯牛奶时请他一起工作，因为以前都是门特教他的，现在他也想像门特先生以前一样。艾琳娜也佩服他的决心，而艾尔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菜品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米尔丁一大早就来到了牧场，并示意他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于是艾尔让他把乌卡放出牧场外进食。米尔丁也没想到平时狂暴的乌卡会变得这么温顺，想必是使用了什么了不得的魔法。没想到乌卡只是扭头就把他撞倒，随后他使用九牛二虎之力无法让他们动，反倒是被一脚踹飞。一旁的艾尔只能为他祈祷，米尔丁你要坚持住，农场工作的艰苦仍在继续。如果他们是野生动物，不需要护理蹄子，因为他们在活动中会磨损，但如果你养他们，他们需要定期保养蹄子。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，米尔丁累得瘫在地上，忙活了几天没想到连放牧都不会，更别说挤奶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还没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就会被挤。就在这时，所有的乌卡都围了上去，随后米尔丁将目光放在一旁的罐子，也许可以尝试一下。片刻之后，米尔丁兴高采烈地把罐子带回餐厅，他终于收获了他第一份劳动成果。就连艾尔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拿到第一份。艾尔示意他干得不错，接下来就该为美食做准备。首先在低温下对牛奶进行80消毒30度，不能让牛奶沸腾，然后稍微降低温度加入促使牛奶，如果有凝乳酶会更好，但在这里只能用醋将就一下。凝固后将凝乳切开，从乳清中分离出来，将浸过盐水和热水的凝乳拉伸折叠，在这个过程中去除残留的气泡、剩余的乳清和水分，然后塑造成型。米尔丁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奶。随后艾尔示意他，你准备什么礼物给门特先生？米尔丁一下子就羞红了脸，虽然他没有准备好，但这是一个表白的机会。而艾尔也是吹起了牛，想当年只要我走，女人就会排起长队。那你有恋爱经历吗？这让艾尔顿时愣住，因为他一个也没有。但艾尔表示，只要你足够真诚，文特先生会感受出来的。画面一转，文特的房间门被敲响，他没想到大家会找到这个人。随后他只能尴尬地表示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大家的。这让诺尔先生十分生气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随后艾尔给他介绍了艾琳娜，他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。而此刻的门特也非常好奇他们是从哪里得到消息，只有佣兵团的人才会知道这个位置。很快他就猜到了是米尔丁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娜用精灵魔法给门特先生的统治，很快他就能够站起来。艾琳娜表示完全恢复可能很困难，但这将有助于康复。而门特先生也看出了米尔丁今天非常古怪，你是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说吗？米尔丁也没想到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难开口，大家在一旁看着也是非常紧张。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，米尔丁则是将话题引到了食物上，也许看到食物他会明白我的意思。随后一个镶嵌了爱心形状的披萨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门特先生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食物。米尔丁为他解释道，这道美食叫披萨，是他为门特先生做的。艾尔也帮了很大的忙，它的形状非常好看，对了，不料门特直接就拿了一块将爱心拆散。随后艾尔表示这是用奶酪做的。紧接着门特尝试了一口，香甜的披萨带着淡淡的奶香，并且口感非常浓郁。门特先生对他的食物给予了肯定，而此刻的米尔丁只能含泪吃下。目前通过食物来表达情感是失败，不到片刻，食物就被吃完了。随后米尔丁问到他以后打算做什么，门特表示暂时还没想好。于是米尔丁顺势邀请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在艾尔的农场工作？这让门特顿时愣了，你已经在那里工作了，对吧？那你的雇佣兵工作？随后米尔丁解释道，他已经辞掉了，因为他要为两人的未来做好准备。大家对米尔丁的勇气给予了肯定，只有门特先生隐约察觉不对劲，只见他轻叹一声，看来我要努力康复才行。既然你不再是雇佣兵了，你就不能找个男朋友吗？这让众人惊讶的呆住，到了这个年纪你应该要去找。诺尔先生也看不下去，这到底是闹的哪一出？紧接着他对艾尔先生表示感谢，这让艾尔很是疑惑，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吗？画面一转，晚饭结束后米尔丁便离开，几人对他的状态很是担心。米尔丁示意他们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很好，随后便与他们告别。但在回过头的同时他已经泪流满面。诺尔先生也非常疑惑，
他怎么会不明白？艾琳娜示意两人，他明白米尔丁的意思，从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文特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女人的一个简单微笑，却吓得敌人冷汗直流。原来他是一位高阶魔法师，一击便足以山崩地裂。而他们要刺杀的正是帝国的皇子。就在皇子踏入德雷克小镇时，百姓们纷纷上前迎接，而城里的少女更是被他的气质深深吸引。但此刻的希尔戈公爵很是生气，因为德雷克的城主竟然没有出来迎接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的迪兰正紧张地询问他父亲的情况，但管家告诉他伯爵的身体状况不好，所以作为继承人，迪兰必须要自己面对。伴随着大门缓缓打开。迪兰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，见此皇子便向其微笑的问候，他也是给予了皇子最崇高的敬意。随后皇子得知了伯爵因为卧病在床不能出来迎接，他也表示非常遗憾。但一旁的希尔哥就不乐意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意味着该换城主，并让迪兰加入他的阵营。迪兰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，这些问题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回答。闻此，希尔哥话锋一转，因为大规模的防洪计划和边境王国的内战，我们将打算提高德雷克城市的税费。当然，如果你接受我之前的提议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。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了。面对伯爵的步步紧逼，迪兰随即大声地表示他准备了一个晚宴，到时候再给你答复。闻此，皇子一下子就来了兴趣。你觉得你能满足一个在皇宫吃过饭的人吗？迪兰给予了肯定。当然，因为德雷克是有一家很棒的餐厅。另一边，现在又到了午餐时间，闻此米尔丁便放下手中的牛粮。而今天的午餐是蛋炒饭，此刻的鲁林已经等不及了，但他却没有动勺子，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分量变少。可就在这时，餐厅的大门却被一脚踢开，随后一群士兵便出现在几人面前，这让艾尔很是疑惑，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些人。与此同时，士兵缓缓拔出长剑。你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吗？艾尔给予了肯定，但请你收好你的剑。一旁的鲁林干犯人正吃得津津有味，随后他示意艾尔要不要帮忙。下一阵士兵的剑就架在艾尔的脖子上，并让他赶紧跪下，否则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闻此，艾尔很是生气，这是我最后的警告，滚出我的餐厅。就在士兵准备动手之际，一道声音喝止了他，谁让你这么做？士兵立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当男人摘下头盔，没想到是昔日的战友德里安特，随后刚才的士兵全部被他惩罚一遍。在两人闲聊中，德里安特回想起了过去的时光，因为他当时的大意差点导致全军覆没，好在艾尔及时出现挽救了局面，并且拒绝了帝国的奖励。最让他感动的是，艾尔把获得的奖金全部给了他的妻子，因为德里安特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荣誉而忽视了家里，而艾尔的做法让他很是感动。当他得知了艾尔在这里开了一个餐厅，就第一时间赶，并且他准备好了一个计谋，要让艾尔的餐厅成为德雷克最好的餐厅。闻此，艾尔也是一愣。突然，德里安特持剑冲去，并示意士兵跟上，这让艾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另一边，皇子正在前往餐厅的路上，希尔哥示意他应该要护卫队护送。话音未落，几发暗器朝皇子袭来，但被一道魔法拦截。是他们的首席魔法师梅德林，随后一群刺客便出现在小队面前，伯爵示意他一个也不要放过。就在这时，梅德林缓缓摘下帽子，这让刺客感觉到了一丝不安，但他们的头子示意他们计划继续，下一秒他们便朝梅德林袭去。而女人抬手就是一个高阶魔法，顷刻间眼前的地面被翻了个底朝天，一份平平无奇的蘑菇汤，并把七阶法师吓得冷汗直流。只因他知道眼前给他们做菜的厨师是传说中的九阶大魔导师，如果说错话想必死的连渣都没有。就在皇子来餐厅的路上，没想到还遇到了刺客，但梅德林仅仅只是一个技能便让他们全军覆没。与此同时，皇子感叹起，梅德林是帝国最厉害的七阶法师，有他在，我连龙也不怕。梅德林随即表示皇子过誉。迪兰见此也感到不可思议，看来那些传说都是真的，唯一一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付整支军队的七级大法师。另一边，此刻的艾尔正用魔法将德里安特束缚起来，原来他有一个坏毛病，一旦他兴奋起来就会头也不回地跑。就在这，艾尔询问他对其他餐厅使用了什么方法，随后得知了德里安特走遍了附近所有的餐厅，并告诉他们饭菜有虫子，这可把艾尔愣住。这很有创意，但这不是我想让你做。德里安特为此感到十分抱歉。与此同时，一阵马蹄声传来，士兵们马上变得严肃起来。德里安特见此也做出了行为。王子没想到德里安特也在这里，他也是做出了解释。我听说这里有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所以就想尝试一下。王子示意他不用这么拘谨，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来的。紧接着，王子便向艾尔打起了招呼：“你是这家餐馆的老板。”艾尔给予了肯定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而艾尔也很好奇一个皇子为什么来到德雷克城市。与此同时，皇子注意到艾尔身上穿的法师袍是以前的旧衣服。艾尔解释道，我在法师军团服役过一段时间，但我已经退休很久。闻此，皇子感到不可思议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你一定认识他，我的随身护卫法师，他以前也是军团的一员。随后皇子示意梅德林过来看看他的后门。希尔哥感到十分不悦，因为他觉得来到这个小餐厅完全是浪费时间。可一旁的梅德林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怪物。在希尔哥的提醒下，他才回过神来，随后慌慌张张地下了马。梅德林，你认识眼前的魔法师吗？而梅德林却是支支吾吾不敢回答，因为他必须要小心行事，如果让他生气了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危险。于是艾尔露出了友善的微笑，我想我们没有见过面，对吧？梅德林连忙点头，确实没见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艾尔先生说他不认识我，我觉得他这么做是为了不惹麻烦，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尽量保持一切正常。紧接着梅德林说道，这家餐厅将为殿下举办晚宴，对于一个厨师来说，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荣誉。艾尔点了点头，
画面一转，皇子一行人便出现在了餐厅内，而他正夸赞着餐厅的卫生不错。艾尔也笑着表示抱歉，这里没有像皇宫那样富丽堂皇。随后艾尔话锋一转，冒昧地问一句，殿下是如何找到这里？听说这家餐厅的食物会让皇室都感到惊讶，对吧？而艾尔将目光投向迪兰，他大概了解其中的原因。没想到我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。迪兰父亲因为身体原因，所以他陷入权力斗争，没有办法，就向我求助。艾尔也注意到希尔哥，他在权力欲望方面是王宫里的前三名。随后艾尔将目光落向皇子，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。我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此刻的皇子正讨论着餐厅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所以你不应该对他有信心吗？随即便提了一个赌约，如果在餐厅里没有让他叫绝的美食，迪兰就需要绕着德雷克城市裸奔一圈。闻此迪兰顿时一惊，艾尔示意他不用担心，接下来的美食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，所以你是同意了我们的赌约。一道让皇子大吃一惊的菜，有可能吗？他可能已经尝遍了帝国的某道菜，但艾尔有了自己的主意。随后第一份开胃菜羊肉炖蘑菇就做好，皇子对此也很是期待，用一道菜给这样的人一个惊喜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在皇子细细品尝之后，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但并不能用吃惊形容，因为他在宫里尝过很多次。希尔哥也同意皇子的看法，而此刻的艾尔没有一丝慌张。让我们听听其他人的意见。此刻梅德林正颤抖地将蘑菇汤打开，里面的蘑菇呈现出一行文字，请给我一个热烈的答复。这可把他吓得一哆嗦，这不是世界级难题吗？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随后梅德林拿出了他为数不多的眼睛，这汤真好喝了，从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蘑菇汤，我觉得胃里好像长了蘑菇。这可把几人看的表情都萎缩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网友点评，演技有了，但真的不多。一只普普通通的烧鸡，惊吓的帝国皇子冷汗直流，只因男人释放的杀意，连一旁的七阶大魔法师也不敢吱声。就在此前，梅德林异常的表现让皇子感到非常诧异，真的有那么好喝吗？于是他打算再品尝一次，这让迪兰也感到非常好奇。虽然这份羊汤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他觉得梅德林并不是因为这份汤才做出过度的反应。住在宫中的法师不可能没尝过这道羊肉蘑菇汤，谁能强迫一个七级法师做点什么？随后迪兰将目标缓缓看向后面，而此刻的艾尔已经笑出了结结结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皇子再次尝试后也没有发现不一样的，这和皇宫里的味道差不多。一旁的希尔哥随即表示，我从没想到你会这么喜欢羊肉蘑菇汤，当我们回到皇宫时，我会把它列入你的饮食。闻此梅德林吓得一哆嗦，立马示意希尔哥，我只是比较喜欢这里的羊汤。在梅德林喝完之后，没想到还有另一行文字，原来艾尔让他喝完之后到餐厅外面，这可把梅德林吓一跳。如果没有把汤喝完，岂不是要倒大霉了？皇子好奇地询问希尔哥，难道梅德林以前吃饭都这样吗？希尔哥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画面一转，梅德林就来到了外面，而艾尔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紧接着梅德林小心翼翼地上前，下一瞬一道强大的魔法覆盖了他的全身，是隔音魔法。艾尔给予了友善的问候，好久没见到你。梅德林女士，你在那里的表现非常好，但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因为我记得我警告过你，我们不应该再见面。闻此梅德林连忙做出解释，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您住在这里。随后艾尔询问他，皇子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是名声最差的皇子，因为艾尔听说他好色到了放荡的地步，对权力没有兴趣，没有见到他时艾尔也以为是这样，直到看到他今天的表现，一个假装不专制的人，但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谋。他在用自己不好的形象做挡箭牌，在向德雷克城主施压。我认为吞并德雷克是希尔哥公爵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想法，但事实上这是皇子自己的想法，对吧？梅德林没想到他连这也能看出来，但身为皇子的护卫法师，即使你折磨我，我也不能告诉你那么多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是吗？就算我们严刑拷打你，你也不肯说出来，让我来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见到鲁林的那一刻，梅德林腿都软了。现在崩溃的他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回家。片刻之后，当几人看到梅德林时感到非常诧异，因为他的脸色非常惨。而此刻皇子最关心的还是和迪兰的赌约问题，如果拿不出让他大吃一惊的食物，那么就是他赢了。让我感到吃惊的食物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今天没有惊喜的心情。面对皇子的嘲讽，迪兰只能选择沉默。随后皇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你又不笨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对吧？就算是你父亲爬起来给我做，我也不会感到意外，除非你能给出我想要的答案。在皇子的压迫之下，迪兰并没有选择屈服。伯爵是一个有责任的职位，我有权利让百姓们做出自己的选择，我能忍受自己的耻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这家餐厅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在城市裸奔一圈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傍晚，今天的美食终于做好了。紧接着皇子示意艾尔，这道菜有很多利害关系，你看起来很有信心。艾尔笑了笑，给予了肯定。当然，待艾尔揭开盖子，一个黑乎乎的泥团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这让希尔哥很是疑惑，难道我们今天要吃这个？艾尔拿出锤子否定了他的看法，伴随着艾尔敲打泥团，里面的叶子随之显现出来，随后一只香喷喷的巴伦库映入眼。皇子也好奇艾尔是怎么做到的，艾尔解释道，这道菜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坨不起眼，如果陌生人看到它，他们会问这是什么菜，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惊喜元素，并且他们也无法猜到里面的食物。而皇子也听出了艾尔的话里有话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艾尔看着手上的泥块表示没什么，这只是一道普通的菜品，其深刻含义是大规模驱逐中央贵族以加强王权，这有点像王子殿下扮演一个混混。闻此希尔哥手里的餐具径直掉落，梅德林只能低着头不敢出声。当然我不应该戳这道菜而泄露秘密，是吗？我们的皇子殿下，他本是无比高贵的皇子，却被一个厨子吓得喜笑颜开，只因他知道如果不笑他可能会死。
原来艾尔通过皇子的言行举止，就推断出他之前的人设是伪装的。因为与龙的战争，帝国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，皇帝只在少数几个城市巩固了自己的权。在贵族崛起的背景下，皇子必须想办法生存下去。闻此，皇子顿时一惊，你把自己表现得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对政权一点兴趣也没有。而一旁的希尔哥公爵也黑着脸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但艾尔并没有对其理会。皇子殿下的行为其实都是演戏，为了夺回失去的王位，秘密的集结军队准备反击贵族。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开来，会发生什么？他将被撤出皇子的位置。希尔哥立马打断了他，并让德里安特上前将其控制。我要让这家餐厅将不复存在，这让德里安特不知所措。艾尔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紧接着希尔哥威胁他，想必没有舌头的人不会说谎。艾尔笑了笑，你觉得摆脱我就可以了吗？看德里安特没有动手，他立即叫梅德林把艾尔绑起来。这可把梅德林吓得一哆嗦，大人我不能那样做。而希尔哥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两人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。不服气的他想让士兵立即动手，但皇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随即在一旁狼吞虎咽的吃起巴伦库，完全没有了皇子的形象。这可把几人看得一愣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而此刻的皇子吃得津津有味，并不断夸赞着好吃，你们也赶紧尝试一下吧。但此刻的希尔哥却不肯坐下，见此皇子大发雷霆，拳头狠狠地打在桌上，立马给我坐下。而这也是希尔哥第一次看到皇子这么生气，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和皇子品尝着美食。紧接着皇子便询问他味道如何，难道你没有感到吃惊吗？希尔哥听懂了皇子的言外之意，随即给予了肯定。当然，看来这次结论已经出来了，如果我说我对如此美味的菜肴不感到惊讶，那我就是在撒谎。恭喜你，这次的赌局是你赢了。闻此迪兰很是高兴，皇子再次对艾尔给予了感谢，随即便打算离开这里。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待一天的，但我已经听到了德雷克男爵的回答，现在我该回皇宫了。见此迪兰也感到十分好奇，虽然我赢了赌约，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艾尔示意他不用多想，现在你还理解不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就动不了德雷克城市。那么接下来该吃饭了，可不能把它浪费。另一边，此刻皇子一行人一路上回去的很安静，德里安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感觉气氛怪怪的。紧接着皇子询问梅德林，那个厨师是你评论过的那个人吗？梅德林给予了肯定，他是一个恐怖的存在。皇子没想到果然和自己的猜想一样，一个连贵族和骑士都无法对他不敬。闻此希尔哥心头一颤，即使是梅德林和德里安特在此也很危险。皇子同意了他的看法，他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变数，所以我该赌一把吧。希尔哥觉得不应该生命和荣誉交给你，但皇子此刻已经有了答案，这一次也不是没有收获，因为我们要走的路比光着身子走在街上更危险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艾尔放乌卡的仓库终于做好了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头乌卡却走了过去，并轻轻地给他来上一脚。下雨，仓库竟直接变成了一堆废墟，这可把艾尔愣住。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子，没想到这么不坚固，想必是因为自己没有建筑知识的原因。与此同时，鲁林询问他，难道餐厅不是你建的吗？艾尔给予了肯定，他是建筑师完成的，看来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了。这让鲁林很是疑惑，一个建筑工匠居住的地方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米利奥雷克山脉的山脚下，此刻他察觉有人在他的洞府附近，他正是红龙瑟琳娜，看来是太久没出去了，我会让你意识到你在侵犯谁的地盘。本是尊贵无比的红龙，如今却变成了娇滴滴的少女，只因眼前的男人是传说中的九阶魔导师，如果表现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变成碳烤红龙。就在此前，艾尔和鲁林因为修建仓库的事情踏上了前往寻找矮人工匠的路，而鲁林也好奇，难道不能找一个人类工匠吗？艾尔摇了摇头，我们需要建一间坚固的仓库，在建造方面没有人可以媲美矮。随后两人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洞口，可让艾尔没想到的是，和之前来的时候天差地别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破败凋零，并且连入口的守卫都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艾尔内心猛然一震，因为他发现了地上全都是士兵的骸骨，看来是有人比他们先到达这。该死的，究竟是谁？而此刻在洞穴里面的瑟琳娜也察觉到有人靠近他的地盘。我会让你意识到你踩的是谁的地盘。对外来者的到来，他很是开心，因为他已经无聊了很久。就在他起身前往时，却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皇冠，疼痛感顿时袭遍全身。这该死玩意儿！随后他一个顺身来到洞口前，我以为会是多强大的族人，没想到还只是一个小孩。这不是很令人失望吗？此刻瑟琳娜还在嘲讽生气的艾尔，一个小小的人类也敢踏足我的领。与此同时，艾尔询问矮人的事情是不是他干的。面对艾尔的询问，让他顿时愣住，你起码要尊重一下伟大的龙族。下意识他就对艾尔吐出了一道龙炎，见状鲁林示意艾尔赶紧躲开，因为人类的魔法对他无效。可艾尔并没有要躲闪的意思，他眼神中充满了凌锐的杀气，开启了一道普通的九阶魔法，一瞬间所有的龙炎全部被屏障吸走。这可把瑟琳娜顿时愣住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紧接着艾尔抬手间就释放了一道魔法攻击，体型巨大的红龙被击退了数米，并且把他坚硬无比的鳞片击穿了。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？很快他就想到了是那个凭一己之力击杀了所有红龙的男人。但是你怎么会和一条黑龙在一起？艾尔轻叹一声，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眼看艾尔再次释放魔法，瑟琳娜连忙求饶，不是我干的，我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原来在瑟琳娜到来之前，这里已经是一副破败的景象，因此他没有收到任何的贡品。眼看艾尔不相信他，
他示意艾尔山洞内还有一扇大门。看到艾尔对大门感兴趣，他拨了拨自己的头发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去那里，我可以亲自带你过去。跟我在一起不是比跟那个小孩在一起有趣多了吗？下一瞬，鲁林一个神龙摆尾踢了过去。艾尔可是我的。瑟琳娜的大腿受到了二次伤害，疼得他再次跪倒。他的位置在哪？瑟琳娜颤颤巍巍地指着前方，而此刻鲁林感到心情非常愉悦。片刻之后，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矮人的城镇中，但这里早已变成一片废墟。鲁林看着建筑上战斗的痕迹，很明显这是龙族留下的。艾尔也同意了他的看法，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他干的。与此同时，一扇巨大的铁门出现在两人面前，上面布满了龙类的咬痕，看样子它非常坚固。就在艾尔准备将其打碎时，门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请回去吧，非法的入侵者。”艾尔随即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矮人沉默片刻，随后十分愤怒地说道：“是一条红色的巨龙将这里摧毁。”闻此，鲁林非常生气，我就知道是他干的。可艾尔却一把抓住了他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听他把事情说完。而这真的是瑟琳奈干的吗？我只是拿出了一份普普通通的香肠，就折服了一众严谨的矮人工匠。为了吃到美食，他们最终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。在鲁林得知是红龙袭击了矮人村庄后，他是生气，随即就要给瑟琳奈一个教训。可艾尔却抓住鲁林，因为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从大门的痕迹来看，这应该是几条红龙同时发起攻击造成的。而现在，艾尔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。闻此，鲁林很是疑惑。艾尔笑了笑，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。随后从矮人口中得知大门关闭了一年之久。艾尔知道一年前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。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矮人的食物问题，毕竟没有补给资源总是有限的。你确定不给我们开门吗？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帮你们。但此刻矮人警惕性很高，似乎不愿意相信陌生人。如果你们是红龙的手下呢？这让鲁林很是生气，随即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见状，艾尔捏住了他的小脸蛋，毕竟矮人的担心是对的。就在这时，艾尔示意鲁林把背包拿过来，而他则是拿出一口平底锅，因为回去的路很长，想必需要把肚子填饱才行。因此矮人们顿时愣住，为什么是在大门口？而此刻的艾尔则是自顾自地做起了午餐。随后鲁林从背包拿出了一连串的香肠，见此矮人也好奇地询问他手里的是什么。艾尔慢慢地解释道：“这叫香肠，它是用肉末和香料填满肠子做成，居家旅行必备食物，因为它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烘烤，就能刺激人们的食欲。香肠的香味可以飘得很远，特别是在这种封闭的空间，更是久久不能散去。”而里面的矮人已经开始坐不住。见此，鲁林知道这就是艾尔的计划。随后，艾尔示意里面的矮人：“这些东西本就是带来给你们的礼物，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，我只是想了解矮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个要求很难吗？”眼看矮人还在犹豫，艾尔果断地收起了香肠。随后从袋里拿出了一罐啤酒。其实很遗憾，因为我用盐腌了这些香肠，想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保存。我想他喝啤酒应该很酸。想必此刻矮人已经被自己的口水淹没。与此同时，封闭了一年的大门缓缓打开。艾尔嘴角微微上扬，实在抱歉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子。看着锅里滋滋作响的香肠，矮人的口水忍不住直流。看他们的反应，艾尔知道他们现在食物也已经严重稀缺。艾尔笑了笑：“你们已经饿坏了，但是也要小心食物烫伤。”仅仅只是尝试了一口，矮人感觉自己终于活过来了。谁知道我们还能再吃这样的食物？虽然空腹不能马上喝啤酒，但是矮人对酒精有很高的耐心，这点度数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。随后艾尔注意到一旁的矮人：“你认识古尔特扎尔吗？”闻此矮人顿时一惊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”原来艾尔与他是朋友，而这些香肠就是给他的礼物。片刻之后，艾尔就来到了矮人的山洞内。经过他的观察，发现这里大概居住了二三十户矮人，他们是怎么变成这样？很快艾尔就来到了尽头。在士兵通报之后，门帘里传来一道很虚弱的声音：“好久不见，古尔特扎尔。”此人正是矮人族现任首领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注意到了艾尔身后的鲁林，因为他的气场古尔特扎尔很是熟悉。见首领说话如此恭敬，士兵对两人的身份很是好奇。艾尔也是直接说出了他的目的：“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好端端的矮人村落怎么会变成了一片废墟？”古尔特扎尔犹豫片刻，随后从他口中得知红龙对他们发起了攻击，在面对力量上的悬殊，只有少量的矮人幸存的活下来。艾尔随即询问红龙的特征：“那条红龙是不是长着红色的头发和向后生长的角？”古尔特扎尔激动地捂住额头：“不止一条，我们被一群红龙围攻。”这让艾尔想到了门上的咬痕，看来都是真的，但是这根本说不通，自傲的红龙怎么会相互合作？除非是某种原因让他们失控。随后艾尔便猜测到这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这让士兵内心猛然一震。古尔特扎尔捋了捋自己的胡子，便打开了桌底下的暗门。片刻之后，一道暗门赫然出现。古尔特扎尔讲述了他们矮人的历史，事实上他们已经被红龙攻击了很多次，能够躲避灭绝都是因为这个一具古老的龙骸骨，而他是矮人的守护者。当艾尔见到骸骨时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从他的体型判断，这条龙至少有五千多岁了。他本是尊贵无比的红龙，如今却被一个人类吓得瑟瑟发抖，只因眼前的男人是令龙族闻风丧胆的存在。看来囤了几百年的家产要不保。在艾尔来到矮人的密室后，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一条几千岁的龙骸骨，而他正是最古老的龙之一库拉德。在这个本质精华交给矮人保管后便离去。他之所以把本质隐藏在这个坚硬无比的洞内，是因为这个本质可以诞生一个新的龙王，让其他龙服从的龙王。如果这些巨龙团结一致，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共同行动，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或强大的战士能够阻止他们。而鲁林却对这颗本质感到无比熟悉，因为他在小时候见过跟他类似的，正是在他妈妈那里。最后他妈妈被龙族的长老软禁起，
那时候他还不懂这是意味着什么，直到他看到这一生最不想看到的画面。每当想起这些，鲁林都会泪流满面。见此，艾尔便上前安慰他，因为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鲁林。古尔特扎尔对此感到十分抱歉，让你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但这些本质精华往往都是被悲伤和痛苦包围。库拉德曾经也想毁掉他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。就在这时，艾尔示意古尔特扎尔，他将在德雷克城市打造一个洞，并希望矮人能一起来，在那里建造一个新的矮人村庄。那块可以诞生龙王的本质，我对此没有兴趣，并且这里已经被其他龙族发现，想必他们会随时发起进攻。古尔特扎尔看着身后的龙，艾尔知道他内心非常纠结，因为他知道家对矮人很重要，所以他不会强迫矮人跟他离开，而是把决定权交给古尔特扎尔。随后艾尔便询问鲁林好点了吗，鲁林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难道我们要放着那颗本质不管吗？艾尔示意鲁林不用担心，因为刚才他已经施加了几道强大的防御魔法。此刻的古尔特扎尔陷入了沉思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，毕竟这里有着太多的记忆。就在这时，士兵端来了几根热乎乎的烤肠，而这也是古尔特扎尔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食物。随后士兵解释到这是刚才的人类留下，本来想让他们等一下，可他们实在是做不到。看着矮人们沉浸在食物的欢乐中，他感到非常惭愧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笑得这么开心了。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这让他想起了库拉德离去时说的话，当时他询问矮人觉得这个狭小的空间怎么样，古尔特扎尔并没有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。这地方对你来说太小了，库拉德爵士，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地方非常广阔。闻此库拉德笑了笑，我真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熬过来。随后他拿出了一颗本质精华交给古尔特扎尔，但总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会成为所有龙的目标，所以当我死去了，请带着矮人离开这里。而此时的他不明白，难道我们要抛弃您和家乡吗？库拉德示意他不要紧，因为到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。库拉德注视着矮人，如果没有人活着记住我和这个地方，那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，所以死人不应该妨碍活着的人，并且我存在的意义不是让矮人去送死，因为他也没指望矮人能守护住本质精华。随后他在自己的笑声中离去了，看着矮人们重新流露出来的笑容，他终于明白库拉德临走时要表达的意思，对此他感到十分抱歉，是自己愚蠢让大家受了这么多苦。就在艾尔和鲁林准备离去时，一道声音让他们停下了脚步。当艾尔回头看去，矮人们已经全副武装，因为他们打算跟随艾尔建造一个新的矮人村庄。画面一转，矮人们便来到了鲁林挖好的山洞，解决了建造洞府的难题。艾尔也没想到矮人来到这里就马上开工。古尔特扎尔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矮人不是一直在挨饿，所以他们都身体健康。随后他小声地告诉艾尔，每个人都渴望能吃到香肠。艾尔笑了笑，食物方面他保证管够。于是古尔特扎尔摘下了本质精华的戒指，因为他相信艾尔能带领矮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园。看着忙碌的矮人，鲁林也很是期待，而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。见此鲁林也是一愣，你难道是想把它吸收了吗？另一个龙王的诞生是绝对不允许。艾尔也同意鲁林的看法，而现在他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另一边，此刻的瑟琳娜还在安抚着她那受伤的大腿，她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，难道又是那些家伙吗？可当她看清，却是连宝座也坐不住。原来艾尔是想来打探点事情，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。你说你以前从未收到过礼物，但为什么你的巢穴里满是闪亮的东西？瑟琳娜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会遇上这两尊煞神。她还为了让母亲恢复昔日的笑容，竟毫不犹豫朝男人跪倒。只因母亲以前最喜欢吃甜品，而男人虽为法师，但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厨师身份。就在艾尔两人前往矮人的旧村庄时，发现了瑟琳娜隐藏的小金库，并且他刚才还叫了盖瑞德的名字。艾尔很是怀疑他是不是攻击矮人的凶手，可瑟琳娜却变得扭捏起来。原来他是瑟琳娜的前男友，他经常来这里看他，所以刚才瑟琳娜才误以为是他前任来。这可把艾尔愣住，看来是我误会了，而瑟琳娜才来这里定居半年，她根本没遇到过一群龙。可鲁林对此很是怀疑，那地上这些金币是怎么回事？只见瑟琳娜咬紧嘴唇，轻轻打响手指，随后满地的金币瞬间消散了。所以这些都是幻象吗？而瑟琳娜只能委屈巴巴地哭起来。如果你们还不开心，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。画面一转，两人便回到了餐厅中，而他们对袭击矮人的事情一无所获，想必这的确与瑟琳娜无关。但好在艾尔还有这个本质水晶，看来他与龙族的计划有关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门铃突然响起，原来是门特先生和艾琳娜。这时艾尔也注意到了门特先生的拐杖不见，门特先生给予了肯定，这多亏了艾琳娜的帮助。紧接着艾尔询问起他诊所的情况，是否还是和以前一样。艾琳娜变得很是开心，因为她得到了奈琳的帮助，并且还有许多矿工帮她把守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装病捣乱了。艾尔知道其中肯定有雷恩夫人的参与，可就在这时，艾琳娜被突然出现的矮人吓一跳，她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矮人。接着餐厅大门被再次推开，诺尔先生也没想到大家伙都在这里，看来我们的餐厅恢复以往的繁忙。画面一转，很快大伙喜欢的美食便端了上来。文特先生心心念念的香菇披萨，看来可以让米尔丁经常做给他吃。闻此，米尔丁一下子就羞红了脸，而其他人也是狼吞虎咽的吃着。矮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喝啤酒。忙碌了半天的艾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，只有一个人站在窗外不敢进去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如何开口。就在迪兰准备离开之际，没想到大门突然就打开了。原来艾尔早已察觉迪兰的气息，而他也好奇迪兰为什么不进去跟大家伙一起品尝。迪兰犹豫片刻，竟直接给艾尔跪下，因为他想给母亲做一些面带微笑的甜点。就在此前，迪兰发现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，已经很久没有见他开心的样子，他很担心母亲会因此生病，所以他才打算让艾尔帮他做一道不一样的甜点。画面一转，艾尔便来到了德雷克城堡的厨房，他没想到这里厨房会这么大，并且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材料。
很快他就找到了他需要的物品。可当食物端到维内夫人餐桌前时，他却连一口也没有品尝，而是完好无损地端了回来。这可把艾尔愣住，这是他厨艺生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很快艾尔就找到了原因，因为胃是一个感官器官，当人心情不好时他会吃不下任何美食，那么他一定有很重的心事。迪兰给予了肯定，但他一开始是最喜欢吃甜品。在迪兰小的时候，维娜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母亲。自从他来到德雷克城之后，迪兰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他笑。见此，他的父亲莱登也很是难过。但在一次早点时，他们发现了维娜最喜欢吃的食物。由于德雷克当时正处于建设时期，所以莱登陪维娜的时间并不多。他知道维娜身上也挑着很重的担子，所以才对迪兰那般严格。可莱登只想让他过得开心一点。这几年来，他从未向莱登袒露心声，甚至连他喜欢的食物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可就在这时，莱登注意到他第一次把食物全部吃完了。因此他觉得维娜最喜欢的是甜食。自从那一天起，他们连续吃了很多甜点，直到每个人看到甜品都不忍直视为止。最后还是维娜出来打破僵局，因为他也对甜品吃腻了。就是那时候，维娜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份平平无奇的卷子竟让九界的大魔法师感到无比震惊，只因里面记载了德雷克税款被挪用的所有信息。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否与维娜夫人有关？在某一天，迪兰无意听到了门后传来争吵的声音，于是好奇的他偷偷趴在门上偷听，不料大门砰的一声就打开，随后一个男人气冲冲地从里面走出来，而迪兰也因此被弹飞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迪兰也注意到男人正是迪德兰城的领主。维娜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是属于德雷克城的。当时迪兰还小，对此并没有过多在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维娜仍然像往常一样严厉，不一样的是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，而他们的家开始展现出一个真正家庭的本质。但那段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一切的美好在一天早上彻底消失了。迪兰还是和往常一样与母亲制作甜点，但母亲经过很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。就在两人沉浸在这快乐的时光中时，管家打破了这美好的画面，因为他们的城主病倒，而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两人不知所措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，因此很难确定原因。以后就算是想自己进食都是个问题。就在迪兰回头询问母亲时，他看到了这一生都忘不了的表情。母亲的脸上写满了悲伤、愤怒和无奈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碰迪兰给他的任何甜点，并和他之间划清了界限。两人的对话只能通过管家传达，迪兰的一切都在他的监控之下。为了过上平静的生活，迪兰跑到外面的餐馆，最后就是遇上了艾尔姐。难道家庭曾经的美好画面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吗？画面一转，艾尔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疑惑。尽管城主的病情有很多解释不清的地方，但并不意味着他要疏远迪兰。是因为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吗？如果这是问题所在，他一开始就不会对他敞开心扉。尽管他的婚姻是家族包办的，但是看样子他后来真的爱上了城主，而其中涉及到的秘密让他不得不远离迪兰。也许这正是他疼爱的唯一方法。片刻之后，艾尔第一时间就来到鲁林房间，这可把鲁林吓一跳，还以为艾尔是来骂他的。紧接着艾尔便询问他两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如果我突然瘫倒说不出话来，你会因此难过吗？鲁林给予了肯定，那么你喜欢吃的甜点也不想吃了吗？这可把鲁林听得一愣，明明喝酒的是我，怎么感觉醉的是你？另一边，维娜正小心翼翼地给城主进食，看着宛如植物人的莱登，维娜的眼睛也失去了光明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原来是迪德兰伯爵的管家，这让维娜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片刻之后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就在房门关上之际，一道传送门赫然出现，是艾尔和鲁林。紧接着，艾尔便让鲁林看看有没有方法治好他。而经过鲁林的仔细观察，却看不出任何原因。于是，艾尔将目光看向一旁的柜子，也许在房间里有什么重要的线索。而他们现在需要弄清楚维内夫人的真正意图。就在这时，艾尔注意到莱登发出了一丝微软的声音，他好像在暗示着什么。当两人顺着目光看去，是一架钢琴。经过鲁林的一通翻找，果然发现了一份奇怪的卷轴，想必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。待艾尔看清，却是一脸震惊，竟然是维娜挪用德雷克城税款的证明，它还包含了如何以及多少税款被挪用的详细信息，这竟然是他写的。紧接着艾尔示意鲁林，我们现在需要去一趟帝都，需要把一位重要的人物带来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维娜来到了迪德兰伯爵的房间，他除了是迪德兰城主外，还有另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维娜的父亲。他本是帝国屈指可数的七阶法师，可如今却被一个799岁的女孩捆绑至此，只因在这两个魔头面前，七阶的大魔法师就是个弟弟。在艾尔拿到迪德兰伯爵的罪行书后，他便找到了迪兰。当迪兰打开后，也是一脸震惊，上面记录了维娜偷了德雷克城税费的证据，并且费用全部到了迪德兰伯爵手里。此刻迪兰才明白，这就是母亲一直躲着他的原因，但他不明白这份记录是谁写的。艾尔随即让他看最后面的落榜，而迪兰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不是别人写的，正是维娜夫人自己写的认罪书。可迪兰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被帝国发现他将难逃律法的责任，而答案已经很明显，因为迪德兰伯爵来了。另一边，迪德兰正一脸高兴地问候维娜，但维娜并不想答应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维娜当作女儿对待。虽然伯爵一脸笑意，可却是笑里藏刀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我听说迪兰迎接了皇子殿下几年，看样子他是一个非常有胆量的孩子，这和某些人告诉我的不太一样。闻此，维娜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原来迪德兰一直在派人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现在发现迪兰成长起来，他很是兴奋。这是否意味着我要把他变成跟莱登一个样子？而他之所以这么说，不是为了和维纳商量，而是通知他，因为他一早就派人行动，想必他很快就会跟莱登一样。这让维纳感到无比愤怒，他没想到自己亲生父亲会如此歹毒，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。而迪德兰所做的一切被艾尔用传音魔法听得一清二楚。维纳夫人之所以写这封证据，就是为了与他同归于尽，但迪兰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于是他打算召集军队讨伐迪德兰，见此艾尔直接制止了他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没人会听他的命令，并且维内夫人还在他们的手上，想必迪德兰也不会傻的把毒药带在身边，所以就算是你把他抓住，也很难证明毒是他下的。如果把这份证据交出去，维内夫人也会因此受牵连，因此我们要制造一项新的证据，所以要找到一位位高权重的人提供可靠的证词。见到梅德林时，迪兰也是一愣，而这正是艾尔的计划。接下来就是表演时间，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维纳夫人已经被迪德兰伯爵控制，现在他们需要去一个地方，而维纳不明白父亲说的所有事情他都做了，可他为什么还不放过迪兰，这让他觉得十分好笑，怎么可能放任一个巨大的威胁不管？本来他是想等维纳诞下继承人后再决定动手，可没想到他等了这么久还没动静，所以迪德兰便打算杀光所有人，再将德雷克城市吞并即可。此刻维纳正苦苦哀求父亲放过迪兰，但慈祥的老父亲怎会答应他？现在一切该收尾。当看到迪兰双眼无神那一刻，维纳的内心已然接近崩溃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迎来了这样的结局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士兵给伯爵递上一份文件，而他对此也很是好奇，当他看清里面的内容，顿时汗流浃背，没想到维纳把所有的挪用记录全部记录在了上面，但现在他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此刻迪德兰正开心的仰天大笑，因为他觉得就连老天都在帮他，只要这份证据消失在世间，就没有人能证明他的罪行。在绝望中，他杀死了丈夫和儿子，然后自杀了，想必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。而此刻士兵却示意维纳夫人不用担心，因为完美的故事结局不是这样的。就在他手里的匕首刺向迪兰时，却燃起了熊熊烈火。与此同时，梅德林破门而入并将其控制。看到梅德林时，迪德兰顿感不妙，随后迪兰便缓缓起身。都结束了迪德兰伯爵，看着迪兰没事，维内夫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看着自家的房子化为灰烬。但父亲和女儿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，因为这无比豪华的城堡是靠另一个城市的税款建起来。就在迪德兰以为他的计划就要成功时，没想到梅德林却出现了，这让他顿感不妙。再看到已经中毒的迪兰突然开口说话，他知道自己掉入几人的圈套里。与此同时，梅德林示意他放弃无谓的抵抗，明明这一切已经近在咫尺，不甘心的伯爵立马放下手中的兵器，并试图解释自己的罪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身，仅此而已。可艾尔早已料到这老狐狸不会轻易承认，所以他让梅德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把迪兰刚才吃的食物也一同带来。如果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就把剩下的这些食物吃完。闻此迪德兰冷汗直流，因为这些食物里面藏着什么他最清楚不过。此刻他颤颤巍巍地拿起面包，但下一瞬他却将所有的东西打，随即就将维纳的罪行也一同说了出来。而死到临头的迪德兰还想拉一个垫背，真不愧是我的老父亲。可这时迪兰打断了他，因为他刚才亲手将证据销毁了。迪德兰瞬间被气得浑身发抖，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。于是他立马让一旁的士兵动手，但普通的士兵又怎是魔法师的对手，更何况眼前之人是七阶大魔法师。梅德林示意他，有一些东西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乱动，无论你是将领还是贵族，就算是皇帝也一样适用，所以一切该结束了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德里安特已经率领士兵将伯爵府包围，如果还有人想试图抵抗，那就让他见不到中午的太阳。不到片刻，所有的士兵便放下兵器投降，那些德雷克的叛徒也一样。被控制起来的迪德兰还想让梅德林放他一马，见梅德林没有搭理他，只能无能狂怒。眼看事情完成的差不多，艾尔便解开了维奈夫人身上的束缚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。迪兰上前询问母亲受伤的情况，而维纳却不敢正面直视迪兰，因为是他才让德雷克陷入危难之中，甚至还听信了迪德兰的话，挪用了税款。维纳对自己的罪行感到非常自责，他希望迪兰不要原谅自己。然而迪兰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的错，但他却是非常生气，因为维纳将所有的事情都瞒着他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应该要把处境告诉我，我相信父亲也会支持你，因为你也是我们的家人，所以请不要低头。维纳也没想到自己错误的决定让迪兰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。画面一转，被关押的迪德兰还在骂骂咧咧，此刻他还想要东山再起，因为他在皇宫中还有靠山，等他出来，他要消灭所有和他作对的人。闻此艾尔让他别再痴心妄想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而见到艾尔能踏空而行后，迪德兰顿时汗流浃背，你是帝国派来的法师吗？但艾尔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让他回头看看自己城堡，在别人看来是如此的脆弱不堪。而迪德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堡第二期，他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到的。另一边，在德雷克的危机解除之后，迪兰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到伯爵府做客，一个期待已久的甜点盛宴。雷恩夫人对此很是期待，但诺尔先生似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随即只听到哐当一声，幸好这次没带平底锅，鲁林和艾琳娜也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甜。一旁的维纳夫人也亦是如此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，为了纪念德雷克的胜利，今晚还有一场特别的表演。当众人抬头看去，皆是一脸惊讶，没想到迪德兰的城堡竟然漂浮到了空中。伴随着艾尔推动魔法，城堡随即变成了一颗能量球，迪德兰毕生的心血就此灰飞烟灭。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东西，下一瞬城堡就如烟花般绽放，驱散了每个人心中的黑暗。与此同时，维内夫人拿起了久违的甜点，幸福的泪水止不住的溢出，因为这是她一生参与的最美好的晚宴。
两人本是青梅竹马，但由于家庭的原因，他们被迫分开。可尽管过去了30年，却还能说出相同的问题。在艾尔的帮助下，迪德兰伯爵事件很快就告一段落。维内夫人也没想到，还能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地吃着甜点，因为禁锢他内心的那座城堡已经被彻底摧毁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不会因为内疚而逃避现实。而他有一件事情一直埋藏在心里，他本以为以后没机会说出来，现在上天给了他再次开口的机会。其实他选择嫁给莱登，是因为维娜真心想嫁给他。另一边，迪德兰看到自己城堡化成烟花后便心如死灰，因为他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上面，为了他甚至连女儿也不要了。而德里安特也把德雷克的间谍处理干净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好奇，是不是只有梅德林一个人被艾尔绑了。艾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所以他才出此下策。难道是希尔戈伯爵有什么不满吗？原来他一开始感到很困惑，但当他得知是艾尔做的之后便不敢吱声了。如果他知道今晚有烟花演出，想必他会亲自过来的。德里安特也感到不可思议，他知道以前艾尔很强大，没想到竟恐怖如斯。而今晚过后，德雷克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画面一转，当艾尔起来却是顿时失望，没想到更美好的明天是倾盆大雨。而门特和米尔丁还在拼命的工作着，下一瞬米尔丁便被吹飞出去。当艾尔得知后，就禁止了两人的外出，因为暴雨天不适合在外面工作，所以他们可以在餐厅帮忙，毕竟现在的客人还是很多。紧接着艾尔便帮鲁林擦去身上的雨水，不然那样会感冒。而米尔丁也一脸期待地看着门特先生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，没想到一个餐厅也有这样美好的画面，真是让旁人羡慕不已。原来是艾尔以前的朋友维恩。片刻之后，一份热气腾腾的鸡汤面就端到了他的面前。在这暴风雨中能吃到一份热乎的食物，这也许也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。就在两人在闲聊时，一旁的鲁林打断了两人，只见他拿着一条毛巾示意艾尔帮他擦干，而一旁的威恩眼神很是复杂，似乎隐藏着很多故事。紧接着他便倒满了一杯酒。你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一辈子的决定？闻此艾尔顿时愣住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永远不会做的决定，一个你每次闭上眼睛心碎时都会想起的决定。你似乎和你的妻子相处得很好。这让艾尔再次傻眼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而威恩借着酒劲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故事，即使我一个人，我也曾经爱过一个人，这件事已经过去30年了。尼尔这个名字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既然你喜欢了他30年，为什么不向他坦白你的感情？威恩笑了笑，因为他做了一个最后悔的决定。那时候的两人情窦初开，自以为只要相互喜欢就可以在一起。直到两人长大开始谈论婚姻，威恩才醒悟过来，他的家人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。于是威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，并约他在城外见面。可那天晚上两人却没有见面，因为当时天上突然掉下一条恶人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当时威恩被吓得落荒而逃了。后来他听说米尔平安无事，可威恩却再也没有勇气去找他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懦夫。说完，威恩便放下几枚铜币，因为他知道没人能理解他现在的感受。现在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，因为他害怕会遇到尼尔。紧接着鲁林便假装咳嗽起来，那边那个请照顾好你的妻子。画面一转，艾尔看着熟睡的鲁林，没想到已经过去了150年，可等他回过神来，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。看来明天要去了解一下情况才行。第二天他便找到了雷恩夫人，在得知了艾尔要找米尔，他似乎很高兴。原来米尔与邻里的关系非常友好，但他最近却变得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脸上带着悲伤的表情。而他也说过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一辈子的决定？闻此艾尔顿时呆住，这不是威恩先生说的话吗？克隆只是在尝试释放道理，就让这对情侣15年不相往来。在艾尔找到雷恩夫人打探米尔的消息时，没想到他们两人会说出同样的。对此他知道其中肯定藏有误，于是他想继续了解更多有关米尔的情况。随后雷恩夫人便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艾尔。再一次他与米尔闲聊时，他一眼就看出了雷恩夫人不是德雷克本地人，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城市。而雷恩夫人的情况正如他所说的，他与诺尔先生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。让雷恩夫人感到奇怪的是，米尔15年前为什么会离开德雷克？原来这里有一个他永远都无法忘记的。15年前两人本来还能见上最后一面，没想到天空中突然掉下一条恶龙，面对强大的恶龙他逃离了那个地方。随后他从卖花的商贩得知威恩的去向，这让他很是崩溃。他没想到自己因为害怕逃离了那里，自此他再也没有什么脸面见威恩了。而艾尔也是得知了两人的问题所在，随后他便把事情的起因梳理了。雷恩夫人得知也是吓一跳，他没想到米尔口中说的会是果园的威恩。他们都去了约定见面的地方，但他们都逃离了恶龙的攻击，而两人都认为自己跑掉了，把对方一个人留在了那里。这件事情过去了15年后，两人仍然留有遗憾。雷恩夫人觉得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不公平，他们在内疚中生活了这么久，都是因为一个误会。而艾尔很快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。画面一转，艾尔就找到了正在果园工作的威恩先生，而这副眼镜正是给米尔的礼物，因为艾尔已经帮他把米尔约到了两人曾经见面的地方。闻此，威恩顿时感到十分慌乱。于是艾尔提醒他，没有人不犯错误，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，但担心同样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想必你不会做两次一样的错误。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，威恩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，此刻一堆问题正困扰他，很担心米尔不会来见他，但这想必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所以他不肯放弃。就这样，威恩来到他们曾经约定的地方。这场约会迟到了15年。久别重逢，有时是为了结束一段过期的情，有时是为了重拾过去的遗憾。两人彼此心里都有一个秘密想要跟对方坦诉，而威恩先生也不再选择逃避。不管是辱骂还是诅咒，他已经错过了一次，下一秒两人却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一样的。
都在为过去没能见面而感到抱歉。落叶成风从两人身边划过，而气氛也显得有些许尴尬。原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按照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。在得知最后的真相后，两人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开心的泪水。看到两人恢复如初，雷恩夫人也替他们感到开心，而他也好奇艾尔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们真相。这是一个简单的误解，所以靠他们自己解开心结不是更好吗？毕竟这困扰了他们整整15年。就这样，他们俩手牵着手回到了德雷克镇，几天后又一起来了餐厅，把他珍爱已久的果园卖给艾尔，而艾尔也按最高的价格将他买下。显然威恩想盖一栋新的房子，因为他犹豫了15年，这一次他不会留下任何遗憾。现在有了这一片果园，艾尔正好给矮人建造一个村落。一旁的鲁林也同意他的看法，毕竟他不喜欢那么多矮人住在他的地盘。而此刻他很想邀请艾尔和他一起，可他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但艾尔一眼就看出他的小心思，我应该在施工完成后住在龙巢里吧。闻此鲁林顿时一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随即表示他可不能反悔。画面一转，过去了一个月，洞穴的建造已经完成了 70%， 而矮人预计会比计划的提前完成，但他们只能打工给艾尔还债，毕竟他给矮人建了一个新的村落。就在这时，尼尔丁示意艾尔，因为乌卡数量增多的问题，现在他们也该要扩建一个仓库。艾尔也同意了他的看法，看来还需要再开一次招聘。与此同时，餐厅飘散出来的香味引起了一对兄妹的注意，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了。猫咪第一次被人类吓得汗流浃背，只因两人把他的饭碗抢走，这直接让猫咪怀疑起了猫生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过得还惨。而就在刚才，两人拿着艾尔的招聘海报来到了餐厅，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机会申请。见此艾尔也是一愣，因为这是他不久前丢弃的传单，你们这是从哪里找到？闻此利特内心变得混乱起来，看两人支支吾吾的样子，艾尔示意他们不用紧张，因为他们正准备做新的海报，所以现在可以边吃边聊。画面一转，考虑到天气变冷的原因，艾尔给他们准备些暖和的东西，先将牛肉用黄油把味道锁住，在另一个锅里煎洋葱、蒜末和蘑菇，一旦它开始变色，加入番茄和土豆，再加入一些香料、啤酒和肉一起煮，不需要加味精保证原汁原味。但下一秒艾尔还是不自觉地撒上，还是加一点点吧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小火焖炖，美味的美食就完成了。利特不可置信地用勺子轻轻将肉勺起，他不知道多少个月没吃过肉，而艾尔示意两人不用客气，因为他煮了足够的分量。闻此两人随即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一口下去乌卡很有嚼劲，但里面却是非常的嫩，再加上浓郁的汤汁，每吃一口都能让他们感觉到温暖传遍全身。两人随即对艾尔给予了感谢，因为这是他们出生到现在吃过最好吃的食物。紧接着艾尔便询问两人为什么想要在这里工作，利特表示他与妹妹非常喜欢动物，并且两人有着坚定的决心，所以他觉得他们可以胜任这份工作。随后艾尔便询问艾琳娜的意见，而艾琳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还隐藏了秘密，这让两人顿时紧张起来。利特也下一瞬地捂住自己的手，艾尔示意利特如果他们撒谎将失去工作的机会。尽管两人不情愿，但他们还是解开了缠绕在手上的绷带，而绷带下正是囚犯枷锁的痕迹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内心猛然一震。所以你们是逃犯吗？就在马特想解释时，利特却制止了他。利特对自己隐瞒真相感到道歉，但他并没有恶意，而他也知道如果艾尔雇佣了他会引来不必要的，随即就转身离开了这里。马特则是让他把事情告诉艾尔，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但利特告诉他们是罪犯的身份永远也改变不了。虽然我不想为当时发生的事找借口，但是我对刚才的决定不后悔。难道你不后悔没把肉吃完吗？这让利特顿时愣住，好像还真有一点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到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晚上，鲁林也好奇他们为什么没被选上，而艾尔知道他们似乎有故事要说，但如果他们不解释清楚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并且贸然让他们加入会让门特和米尔丁陷入两难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情况才行。就在这时，艾尔注意到香料没了，紧接着他便把一枚金币放入法阵中，伴随着他释放魔法，一些现实世界的产品便出现在他面前。但这次不知为何会感到如此疲倦，感觉和平时有点不一样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便失去意识，重重的摔到地上，而这也让一旁的鲁林顿时不知所措。在鲁林的不断呼喊中，他终于恢复了意识。艾尔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只是法力耗尽了而已。但鲁林哪有那么好骗？你可是九级的魔导师，为了能让艾尔好好休息，鲁林表示接下来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完成。闻此，艾尔很是欣慰，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。片刻之后，我确实告诉过他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但是他怎么能让我做饭呢？另一边，即使兄妹两人想找份工作，但城里的每个人都会拒绝他们，因为他们看到了罪犯的痕迹。这就是为什么两人去郊区的那家餐馆的原因。他们经历了那么多，现在不用再考虑别人的看法。而一旁的猫咪被两人吓得毛都炸，原来是他们抢了猫咪的饭碗。马特觉得从猫咪这里偷了食物，他们已经变成真正的罪人。可下一秒，利特突然愣住，原来是猫咪被两人抢了饭碗，委屈的哭了。见状，马特便让哥哥把盘子送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引起了两人的注意，原来是看管他们监狱的狱长。这可能是一个九阶法师离天堂最近的事。没错，这些看起来咖崩脆的东西正是女孩的杰作，有鸡肉味的番茄炒鸡蛋。由于艾尔吸收了本源水晶的能量，所以才导致了他释放技能时魔法中断。现在他必须要停止对本源的吸收。在做完这一切后，艾尔便躺下了休息。此刻他正一脸期待着鲁林为他做的宵夜，而艾尔也十分相信他的筹谋，毕竟他看了自己做了这么多年，但不知为何心中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另一边，经过鲁林的不断努力，一份秘制的番茄炒蛋就做好了。
可结果却是不尽容易，因为这看起来不像是番茄炒蛋的样子。而鲁林也知道，如果艾尔吃了这个，想必会当场去世了。突然他就想到了艾琳呢，如果让精灵加一点治疗魔法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他定位不到精灵的位置，因为他没有闻到过艾琳娜身上的气息。很快鲁林就想到了另一个补救的方法，那就是去隔壁餐厅买一份。正准备出门时，他开始犹豫了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艾尔在照顾他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所以这些事情他要自己解决才行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利特与马特在一旁吃饭时发现了拉坦达伯爵的身影，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肯放过兄妹二人，利特更是气得咬牙切齿。就在他准备上前教训拉坦达时，马特制止了他，因为如果再次被抓，就不是监禁两年的事情。原来就在两年前，正是德雷克城市建造的时候，拉坦达伯爵负责了城市的施工监管，他为人好色，喜欢占便宜，专门欺负私底下的工人。就在他调戏一个女子时，利特兄妹打断了他，原来是一旁工地三号房屋倒，很多人都被压在了下面，闻此女子便连忙跑了出去，因为她的家人就在那个工地。但此刻的拉坦达却是非常生气，并责骂他们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。可工人都是按照严格施工，不料支撑的柱子会突然断裂，所以他们怀疑是建筑材料出了问题。面对他的质疑，下一瞬拉坦达便下令把利特抓了起来，随即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就算是他贪了这些工人也不能拿他怎么。健壮的马特便上前请求原谅，而拉坦达的眼神却是变得龌龊。如果你肯报答我受伤的心灵，我可以放过你们兄妹。这让利特陷入了暴躁，他奋尽全力挣开了束缚，朝着拉坦达伯爵娇嫩的脸蛋狠狠来了一个大耳光。霎时间他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就算是护卫也拦不住利特的愤怒。在此之后，兄妹俩就被他送到监狱关押了2年，所以马特便让他先冷静下来。而另一边的拉坦达却是十分生气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利特兄妹，于是他随即就给男人来了一个大嘴巴，而男人也是敢怒不敢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娜正好从艾尔的餐厅回来，刚好被拉坦达遇个正着，这让他顿时心生歹意，立即以盘问为由上前控制艾琳娜。没有防备的艾琳娜很快就被抓住，原来拉坦达也去过艾琳娜的诊所，不过都不是为了看病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娜趁两人不注意释放了一道魔法，随后便趁机逃跑。恼怒的拉坦达决定要让精灵知道他的厉害，在他的魔爪伸向艾琳娜的时候，拳头再次落在他的脸上，原来是利特，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个该死的家伙。而马特也支持哥哥的做法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不用在外面度过了。胖子不由分说的对女孩直接动手，可女孩却没有感到一丝慌张，因为下一秒她的手就被旋转了两圈半。一众黑帮更是瑟瑟发抖，因为她可不是什么小女孩，而是一条799岁的黑龙。就在拉坦达的魔爪伸向艾琳娜时，利特和马特选择站了出来，给予了她亲切的问候，因为她再也不能忍受这该死的家伙。就在这时，拉坦达吹响了手中的哨子，见此众人顿感不妙，他是在呼叫救兵。紧接着三个小混混便出现在几人面前，此人正是德雷克的黑帮头目罗曼。在他面前，利特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，尽管被揍得很惨，但利特并没有选择妥协。见此，马特便上前帮忙，黑帮头目可不是吃素的，反手就将他控制住。而拉坦达一脸得意的表情，随即就下令把他揍一顿。尽管艾琳娜想上前为利特治疗，但他也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雷恩夫人在睡觉时被门外的声音吵醒，对此他很是疑惑。当他开门时发现竟然是鲁林，在与他闲聊之后，鲁林便赶回了餐厅，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他，而艾琳娜总算是见到了希望。此刻的罗曼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告诉他快跑，他知道眼前的女孩非常危险，如果自己不低头很有可能会死。在鲁林没开口时便连忙放手，这让拉坦达很是疑惑。当他看下身后的小弟时，他们早就没了身影，没想到他竟直接上手表示要把鲁林抓去卖了。下一瞬他的手便旋转了两圈半，随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见此的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但鲁林可没空管这些人，因为艾尔还在等着他。画面一转，经过艾琳娜的治疗之后，他的身体恢复了血，艾尔对此给予了感谢。而艾琳娜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反应，这家伙真的是如怪物一般。而此刻鲁林却是一直看着艾琳娜，随后便叫住了他，这还是鲁林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，这让鲁林感到十分害羞，但他还是对艾琳娜说出了感谢，这可把两人听得一愣，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鲁林感谢别人。就在这时，艾尔注意到门后的兄妹，紧接着他们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艾尔。本来拉坦达是冲着他们来，没想到还连累了别人。艾尔示意他们不用太过自责，因为拉坦达在建造方面是出了名的搞小动作。但艾尔好奇的是，为什么之前他们不解释清楚？原来利特知道打人违法，但是他不后悔那样，所以他觉得没必要跟别人解释什么。紧接着艾尔拿出了一枚金币，这让利特很是疑惑。恭喜你们被农场录用了，明天准时来上班。闻此兄妹俩连连道谢，因为他们终于不用饿肚子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利特和马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来到农场。虽然门特先生不喜欢罪犯，但是如果是自己，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揍拉坦。此刻艾尔的魔力已经恢复一大半，对本质的魔法掌控的更多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鲁林一直在盯着什么，这让他很好奇。原来鲁林注意到人类的女子身上都会带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，他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带这些。虽然龙族很喜欢宝物，但他妈妈的洞穴里什么也没有。随后艾尔便给鲁林解释，人类这样是为了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，但鲁林还是不明白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两人，迪兰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拉坦达被证实了多项罪行，他这辈子恐怕只能吃牢饭了。而他身边的侍卫也揭穿了他的事情，其实迪德兰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想必他们是蛇鼠一窝。紧接着艾尔便询问迪兰3天后有没有，因为艾尔有一项秘密计划，
当他得知后表示一定会参加。画面一转来到三天后，艾尔前往找到矮人，然而他不是来催赶工期的，而是给他们送上香肠与啤酒。因为今天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日子，诺尔先生与雷恩夫人也前往艾尔的餐厅参加活动，还有农场的其他员工，这让鲁林感到非常好奇这些盘子里面装的是什么。紧接着艾尔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因为今天晚上他给大家都准备了一个小游戏，猜猜你嘴里吃的是什么。在艾尔给他们讲述完规则后，第一个出场的是米尔丁，可艾尔看清食物后却是顿时愣住，但游戏已经开始了。经过片刻的尝试，米尔丁第一次品尝这种食物，所以他猜的是糖果，但这是个错误的答案。原来米尔丁吃的是棉花糖，这个世界没有的一种食物。下一个出场的是诺尔先生，没想到竟然是辣椒，诺尔先生瞬间变成了喷火龙，原来他是一个怕辣的人。可雷恩夫人就完全不一样，拿起辣椒就啃了起来。第三个出场的是鲁林，闻此鲁林顿时愣住，我也要参加的吗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艾尔蒙住了眼睛，因为这个游戏他必须要参加，这让鲁林很是得意。可别忘了，我可是一条黑龙，感官可是人类的几倍，软软的面包上面还有些甜甜的奶，其中还掺杂着水果。很快鲁林就想到是蛋糕，紧接着众人便上前给予他祝福，确切的说这是鲁林的生日蛋糕。原来今天是他的800岁生日。一副普普通通的耳鸣却让799岁的黑龙泛起了泡泡茶壶，只因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。就在鲁林生日的时候，艾尔偷偷的给他举办了一个派对，而他对此浑然不知，因为他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，这让鲁林一下子泛起了蜜汁。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他弄生日派对，看着他羞涩的样子，艾尔也十分满意。就在他以为鲁林要表达感谢时，没想到他却是反其道而行，也以为我会说谢谢你们这些小混蛋，这可把艾尔愣住。紧接着艾尔从袋子中拿出了一个礼物，这是他拜托矮人为鲁林精心打造的一只耳，因为他发现鲁林前几天一直在观察人类，所以他决定在鲁林生日送上一副，随后艾尔亲自给鲁林戴上，而这也是鲁林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东西。通过镜子他看到了自己戴上耳环的样子，虽然鲁林很是开心，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。当时他很疑惑人类女子收到礼物后都是奇怪的东西，我想我现在明白那是什么感觉。而鲁林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接下来派对将继续进行，下一个出场的是雷恩夫人，没想到他还是猜错了，因为是诺尔先生故意给他透露错误的答案。他也吃到了来自雷恩夫人的平底锅。随后出场的是利特，但他也没能猜出来。就这样，大家在艾尔的餐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时间很快就来到深夜，鲁林对艾尔再次给予了感谢，因为这是他成年里的最后一个生日。与此同时，窗外忽然飘起了雪花，随后艾尔便要请鲁林看今年的第一场雪。此刻艾尔正感叹着时间过得飞快，可鲁林对此很疑惑，因为他们才来到这里一年时间。艾尔告诉他，一年对龙族来说可能很短，但对人类来说一年的光阴很长。虽然他吸收了古龙之心，但没人能保证他有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就在这时，一颗流星划破天际，艾尔示意鲁林可以向流星许一个愿望。看着璀璨的流星点亮星空，鲁林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，而艾尔很好奇他许了什么愿望，但鲁林不会告诉他的，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。画面一转来到黑龙宫，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推开了龙宫的大门。叔叔，你还要让那个傲慢的人待多久？对一个凡人的承诺有那么重要吗？尼斯是黑龙中出了名的桀骜不驯，他不相信一个人类会厉害到那里去。但迪赫格玛长老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尼斯为什么这么生气是为了鲁林。而鲁林之所以离开龙族，这是因为他们把鲁林气走，但他们想把鲁林接回来不是为了对他好，而是因为在龙族大战中年轻的母龙基本战死。迪赫格玛长老示意他会怎么做，只见尼斯露出凶狠的眼神，如果长老允许的话，我不介意给他找点麻烦。而长老却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因为艾尔不把他杀死就算好。尼斯之所以嚣张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艾尔，并且大长老是不会同意黑龙去惹火烧身的。就在这时，尼斯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办法。迪赫格玛长老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表示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。闻此，尼斯知道迪赫格玛长老站在他这边，所以他决定给艾尔找点正当的麻烦。画面一转来到北极米利奥莱克山，鲁林对此很是好奇，难道我们不是来拿东西的吗？怎么会有蘑菇长在这种地方？随后艾尔告诉他，不仅仅是普通的蘑菇，他们是极其罕见的东西。原来艾尔在餐厅时无意听到两人闲聊，有一户农家在放牧时，乌卡突然就朝地上刨坑，然后农户得到了一些黑色的蘑菇，在他拿出去卖的时候被皇宫的人收购，而他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金币。所以艾尔推断那不是蘑菇，很有可能是松露或者是和他类似的东西，但由于它生长在地下很深的地方，所以很难找。随后鲁林明白了艾尔带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所以我就是那个打工仔。可鲁林也不知道松露的气味是什么样子，这可把艾尔愣住，毕竟需要鲁林知道气味才能寻找，难道我们这次要白来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地旁突然传来了动静，只见一群气势汹汹的哥布林正在围攻一只白色的雪怪。为了感谢人类的救命之恩，雪怪竟然给他们吃这种黑乎乎的东西，可少女却是直接就把黑团丢弃，殊不知这些正是他们要找的松露。时间回到几分钟前，一只雪怪被一群哥布林围攻，尽管雪怪很是害怕，但他依然在保护着后面的山洞。面对哥布林的侵犯，他果断地选择了反击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在数量上他远远不是哥布林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哥布林包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艾尔和鲁林发现了这里的打斗，此刻的哥布林还不肯放弃，而鲁林只是释放了一道杀意，哥布林便连兵器也握不住，随后匆忙逃离了这里。艾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这些哥布林真不长眼睛。就在这时，雪怪一跃而起，随后给艾尔两人磕了几个响。
与此同时，嘴里还喃喃着什么。身为黑龙的鲁林自然是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想要好好的感谢艾尔的救命之恩。画面一转，两人便来到了山洞内。雪怪之所以不让哥布林进入，是因为山洞内还有两个小雪怪，而此刻艾尔也好奇雪怪要拿什么东西感谢他。鼻子灵的鲁林已经嗅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就在这时，雪怪抱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走了过来。鲁林第一次见这种东西，他很是疑惑，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？可艾尔就不一样了，这正是他们要找的松露。看到艾尔满意的表情，雪怪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可鲁林觉得它的味道难闻，随手就丢了，这可把艾尔愣住。如果雪怪能找到足够的松露作为他的主食，那就说明他还有大量的松露。随后艾尔便让鲁林给他翻译一些话，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是让雪怪当鲁林地宫的守卫。而雪怪也非常乐意，毕竟在这里天寒地冻，连吃的也没多少，更何况他还要照顾两只小崽子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另一边，尼斯召集了几条黑龙，正想给艾尔一点教训，而他们也猜出来尼斯是为了鲁林，毕竟他一直在寻找伴侣，虽然他不想承认，但他觉得龙族之人就应当属于他们龙族，并且他获得了一个长老的支持。可几人还是有所顾虑，因为他们已经签订了条令，禁止攻击人类，除非他们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胁，并且长老们还特地提醒黑龙要远离爱，因为他是龙族也惹不起的存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，而他表示有办法帮助他，因为他在德雷克附近认识一条红龙，我们可以利用他完成计划。画面一转，瑟琳娜正一脸无聊地坐在王座上，这一段时间从来没有人找过他，除了上一次让他感到害怕的家伙，当时的艾尔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穷，所以就没打算捞他的好处。一旁的鲁林更是直接嘲讽他这里老破相，可他也对此无可奈何，毕竟自己都这么穷了。在嘲讽完之后，鲁林便挽着艾尔的手臂离开了这里，因为他和艾尔有一家自己的餐厅。此刻瑟琳娜也不知道要何时才能见到他，还能和两人打发时间，也不至于这里空落落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随后一个男人出现在这里，而他正是瑟琳娜的前男友盖瑞德。可瑟琳娜并不欢迎他来这里，因为之前已经警告过他，但脸皮厚的盖瑞德表示要重新开始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愿与你共度余生。而瑟琳娜知道他的尿性，来这里准没好事。下一瞬他便开启了龙形，因为他察觉到盖瑞德不是一个人来这里，这让他也不得不佩服，你还是那么的敏锐啊。还没等瑟琳娜反应过来，一群黑龙便把他团团包围。男人只是比喻了两道攻击，就让所有的红龙惊掉下来。面对五人的合力攻击，他用一只手就化解了所有伤害，真的是人类该有的力量。时间回到早上，瑟琳娜无缘无故受到了三条黑龙的袭击，尽管她做好了防御，但还是双拳难敌四手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前男友也是他们那边。与此同时，他趁瑟琳娜不注意对其释放一道控制魔法，这让他十分生气。而身后的尼斯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随即就从背后给他来上一击。待烟雾退去，现场已经没有了瑟琳娜的身影，原来是他之前准备了一个空间法阵才趁此逃脱。见此的盖瑞德瞬间慌了神，如果他回去告状他们可就完了。但内克武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经过他对位置的探查，另一端的位置就在德雷克城市，而这也正好中了他们的下怀。紧接着他便示意尼斯接下来该如何做，只见尼斯微微勾起嘴角，那当然是借刀杀人，因为瑟琳娜受到重创，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肯定是活不过明天，所以他们只需要嫁祸给艾尔就可以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另一边，艾尔将雪怪一家接到了鲁林的洞府，而松露就当作是帮助他们的报酬。鲁林对此很是疑惑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松露该如何制作，这是一种有着非常强烈的香味东西，无论你把它放在什么菜，它都会改变味道，让人吃起来有不同的感觉。于是艾尔回到餐厅就给大家伙加入了松露，而大家伙也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只有鲁林没有什么胃口，因为他觉得味道不好吃，这让艾尔顿时愣住，没想到鲁林还挑食了，以后给他做菜要区别开才行。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，就在餐厅准备打烊时，门铃却突然响起，当两人回头看去，没想到是瑟琳娜。看着突然出现的红龙，艾尔很是疑惑，毕竟他们可没有什么来往，但出于礼貌，艾尔还是给他上了一份食物。瑟琳娜没有说什么，而是自顾自的吃起，但一旁的鲁林就不乐意了，他怀疑瑟琳娜是过来跟他抢男人。与此同时，瑟琳娜注意到鲁林耳朵上的，于是他得意洋洋地介绍起，这是艾尔亲自给他戴上。虽然瑟琳娜没有说话，但看得出来他很是羡慕鲁林，这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。他一直弄不明白爱情是否真的存在，还是只是一个短暂的谎。就在这时，瑟琳娜示意两人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也许这会是他最后的晚餐。闻此两人很是疑惑，他们不明白瑟琳娜是什么意思，不过在死前吃到一份美食他已经很满足，至少不会变成饿死。伴随着瑟琳娜解除幻境魔法，他背后的伤口也随之显现出来。看着突然倒地的瑟琳娜，艾尔完全没有料想，经过鲁林的检查发现他的伤口太深，事情肯定不会简单。与此同时，三个男人突然来到了艾尔的餐厅外面，并且来者不善，这一切发生的太过巧合，应该说是严丝合缝，就是有人要故意栽赃他们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瑟琳娜的性命，只要她醒过来一切都可以解决，就几条脆皮龙他还没放在眼里。紧接着艾尔来个乌龟探头，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几人就好像有目的而来，直接就推开了餐厅的大门，而地上的血渍正是他们红龙的气息。所以你不该给一个解释吗？远处的尼斯感受到前方的打斗很是得意，维特是年轻一代的领袖，他虽然不看重个人利益，但团体的利益他非常看重，所以他不会放过杀害红龙的人。下一瞬，一道龙炎径直朝艾尔袭去，但艾尔没有要躲避的意思，仅仅只是抬手就将攻击化解。艾尔不想让打斗影响附近的人，
于是提议到没有的地方聊聊。与此同时，一道传送门突然出现在艾琳娜的诊所，随后鲁林慌张地从里面走出来。眼下的问题是将瑟琳娜的伤口修复，不然她肯定要失血过多而死。而此刻的艾尔来到了一片森林之中，现在他必须要冷静思考。这些人怀疑他杀了瑟琳娜，但是他必须要弄清楚状况，他们是否参与了这个陷害计划，还是他们被设计这个陷阱的人欺骗，要想办法套他们的话才行。随后他便让红龙先冷静下来，但他们看到餐厅上的红龙血渍，所以肯定艾尔杀死了他们的人。于是艾尔便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，那条红龙在来到他餐厅之前就受伤了，所以他是在拯救红龙。闻此维特顿时一惊，紧接着盖瑞德表示让他们去看看瑟琳娜，但艾尔直接就拒绝了他。没想到他随即就对艾尔发起了进攻，艾尔知道事情跟他脱不了干系，并且他还说艾尔要把瑟琳娜赶出巢穴，很明显是在鼓动其他人。受到蛊惑的维特直接就开启了龙形，因为他不能忍受有人欺骗他，而艾尔知道现在解释他们也不会听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。看到艾尔这么狂妄，所有的红龙火力全开，可艾尔仅仅只是一只手就抵挡住了攻击，这让维特直接惊掉下来。没想到所有的伤害被他一挥手就化解掉了，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人类拥有的力气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出现其他身影，尼斯几人已经等候多时，红龙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黑龙。看到尼斯，艾尔似乎猜到了答案，这一切想必都是他的杰作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经过瑟琳娜的不断治疗，瑟琳娜的伤口还是无法治愈，并且她的魔力此刻也耗尽。鲁林知道她不能死，随即就将自己的魔力借给她，能不能还艾尔清白就全靠他。面对所有的巨龙攻击，艾尔却只能被动防御，因为如果现在杀了这些龙，就算是瑟琳娜醒过来也无法解释。不过将他们打伤应该没有什么，并且也算是正当防卫。随后艾尔便对他们进行反击，而黑龙也没想到艾尔会这么强大，竟能同时抵御所有的攻击。随后几人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大招，这么强大的人类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威胁。该死的，这些家伙想下死手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空洞的声音，随后数道传送门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你们这些小混蛋，难道想挑起新的战争吗？见此维特顿时愣住，他没想到会惊动两族的长老。看到梅迪达纳长老，艾尔才松了一口气，再不来他真的怕把这些小可爱通通拍死。红龙只是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就让身后的黑龙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们没想到被他们杀死的红龙会再次出现。在艾尔被黑龙和红龙围攻时，他们的长老也打了过来。艾尔也没想到再次见到黑龙长老会这么高兴。尼斯见到长老顿感不妙，连忙褪去龙形态向长老行礼。但此刻他丝毫不慌，因为他肯定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而且瑟琳娜中了他的秘籍，绝对活不过金龙。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向艾尔，就算是龙族长老向着他，他也无能为力。到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艾尔整。然而他这些想法艾尔已经猜到，现在他只能祈求鲁林那边能尽快把瑟琳娜治好。与此同时的艾琳娜正全力治疗着红龙，但尽管他耗尽了火力，伤口还是无法愈合。虽然有鲁林在一旁给他输入魔力，可自己的容量实在是太小，根本承受不了鲁林的力量。而鲁林知道现在只有艾琳娜能够帮助艾尔，随后他示意艾琳娜要将魔力与他同步，如果身体承受不了就会暴体而亡，但选择权还是在他手里。经过一番思索，艾琳娜同意了鲁林的提议，因为他也想给艾尔出一份力。伴随着魔力的注入，瑟琳娜直接就瘫在地上，因为与龙族的魔力相比，他的魔力就像是尘埃一般，一股窒息感让他快要失去意识。见此，鲁林让他一定要坚持住，因为能不能挽救一条生命就靠他。紧接着艾琳娜用尽所有的力气缓缓起身，作为一名医生，自己有义务全力救治每一位病人。此刻艾琳娜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，而瑟琳娜的伤口也在快速愈合，现在只需要瑟琳娜保持意识，不然一切都要前功尽弃。另一边，龙族长老正询问关于艾尔的事情，而他一眼就看出了几人不对劲，毕竟这一切太过巧合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相信艾尔的威力，但红龙的长老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在餐厅里有红龙的血渍，并且艾尔的身份还是屠龙者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盖瑞德跳了出来，他表示自己目睹了艾尔杀害瑟琳娜的全过程。尼斯的叔叔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尼斯的计划，利用红龙之手嫁祸艾尔，就算是别人调查也不会怀疑到黑龙身上。看着几人如此自信，梅迪达纳长老再次询问艾尔有什么要说，这让艾尔顿时愣住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没说几句话。紧接着艾尔说出了几个疑点，首先他们说我杀瑟琳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巢穴在德雷克的附近，如果参加过龙族大战的人就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杀死一条龙。龙族的长老也同意艾尔他们。其次就是他与龙族签订的条例，如果不是龙族恶意破坏人类的城镇，他是不会轻易出手，如果只是瑟琳娜在德雷克城市就要杀了他，那么这个结论就有点无稽之谈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黑龙和红龙的关系变得如此亲密，就好像蓄谋已久，所以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圈套。艾尔随即竖起大拇指，还是梅迪达纳长老龙，但红龙的长老还是希望能用证据说话。闻此艾尔笑了笑，不如我们让当事人来给你们说说。当尼斯看到传送门时，瞬间汗流浃背，其他的黑龙也亦是如此，他明明记得已经击穿了瑟琳娜的内脏，按理来说他活不了一个时辰，现在却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艾尔知道艾琳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随即对他给予了感谢，而瑟琳娜简单的说明了过程，其中鲁林出了很大一份力。当鲁林看到尼斯就知道这是他的诡计，而艾尔示意鲁林先不要冲动，他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。紧接着艾尔便询问瑟琳娜的身体情况，没想到他还要给艾尔开玩笑，下一瞬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，差一点被你害死。
没看到我现在的处境吗？此刻尼斯等人都是黑着脸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。当瑟琳娜再次看去，盖瑞德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他也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，是他们五个突然闯进他的巢穴将他打伤，如果不是艾尔，他现在已经变成尸体。得知真相的龙族长老也是黑着脸，因为处理不好就是他们龙族挑起战争，这让维特感到十分暴怒，随即冲到艾尔身前祈求原谅。看到他如此诚恳，艾尔也没有为难他，毕竟他也是被别人当枪使。身后的几人也开始慌乱起来，但长老可没时间听他们讲话。而此刻的尼斯还不知悔改，他很后悔当时没有一击将瑟琳娜杀死，这一切都是艾尔的错。突然他一个顺身来到艾尔背后，趁艾尔不注意发动全力一击，而艾尔也没料想到他会当着长老的面出手。该死的男人，随口释放了一道九阶魔法，将高傲的黑龙像的大小便失禁，因为当石头落下人会死扎都不止。而就在此期，尼斯不讲武德突然从后面的偷袭，突如其来的攻击让艾尔来不及躲闪，但是危急关头他选择推开了武林，随后攻击重重落在他的背上，见此尼斯才露出得意的表情。因为他完全没有料想，艾琳娜也一生如此，看着毫无生机的武林内心感到非常足，但他还是试图帮艾尔挡上了去，因为如果不是艾尔，他会闭上。这时维克也看清楚，没想到他会用这种下策，他却信誓旦旦。闻此维克内心充满，大家睁开眼睛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一个人类还妄想成就事？他甚至没有适当的反馈，只是忍受龙的联合。然而几位长老只是默默。与此同时，艾琳娜只能断线，但她的力量完全达不到效果，她需要鲁林的配合。可鲁林现在完全不够，显然失去艾尔会让他不忘。与此精灵放弃，我们做这些毫无意义，因为他只是魔物，没有顾虑他根本的东西。这时瑟琳娜却生气，因为他已经看出艾尔，他有点失望。你这个只会后面的东西。紧接着他让鲁林冷静，因为艾尔的防御不是很够，反而是在不断增强。可一直想轻轻的问你，他的黑衣下一次。见此，刚才嚣张的尼斯顿时生气，没抵达那长老内心，因为他对这股气势，正是龙族的本源属性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艾尔，他在尼斯这种情况下，很显然，之前他研究了龙族，但都没有，因此他猜想着应该是，所以艾尔不堪负重，也证明如此。现在本源水晶已经有了，艾尔的突然复活让我，随后他安慰着，这一切也没结束，可被吓到。他没想到一个人类竟然逃离，这让他十分不甘心，随即再次用大招对艾尔。这一次他使用了自己所有的武功，还是太弱，想必你也知道我有多么担心。禁止龙族杀戮绑架和侵略其他人类也是无权利无法行动，除非双方的生命受到威胁。所以这一次我无所事，当艾尔释放龙族，天空中出现数道陨石般大小，一个人类的。但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在尼斯的哀嚎中，当烟雾慢慢退去，尼斯已经死于在此，其余几人被艾尔的气势吓退。龙族在他眼里，做完这一切后，艾尔龙族笑死，我们也该回家。斯鲁林直接就扑了上来，在那里没抵达那长老的阻止，他们三个被囚禁在圣地最深的监狱3000年。瑟琳娜也得到了很多奖，因为维特认为是他们将瑟琳娜的东西偷走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狠？与此同时，瑟琳娜更在意的是盖瑞德的事情，她不想轻易的放过这个该死的家伙。维特也亦是如此，堂堂红龙的领队被他抓到，等我们抓到，我会让他加倍痛苦。瑟琳娜也满意的，因为他已经对盖瑞德没有任何心。而餐厅事件至此也告一段落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回到家的鲁林十分生气，因为他对艾尔的计划，如果尼斯的力量再强一点，今天死的就是他。鲁林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，艾尔没有犹豫，直接就从身后抱住了鲁林，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，这让鲁林一下子泛起了泡泡。突然一道声音把两人吓得一惊，又是你这个老头搞破坏。一名社畜被卡车意外送到了异世界，最后成长为九阶法师，不仅独自镇压龙族，还拐跑了他们的少主。就在两人要卿卿我我时，不料长老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，为此鲁林反手来了一个沙包大的拳头，老娘的好事全被你破坏。见此的艾尔只能尴尬的笑笑，因为是他让长老来这里，没抵达那长老委屈的揉鼻子，所以你叫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艾尔直接就告诉了他是关于本源水晶的问题。画面一转，作为鲁林的长辈，艾尔自然是把最好的酒拿出了招待。好奇的长老没有犹豫，直接就来上一口，而他一瞬间就被这独特的口感吸引，入口的瞬间感觉很清爽，就像春风带着花香，并且还是很多种不同的香味。这款酒似乎已经陈酿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想必它有六七十年的时间。艾尔也没想到他仅凭一口就猜对，果然是一个老怪物。闻此的鲁林也是好奇，因为这酒还是他第一次见，想必它的味道应该很好，但艾尔直接就阻止了。因为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酒，看到两人的关系如此密切，长老便放下心。鲁林在这里肯定比在龙族要开心许多。紧接着艾尔话锋一转，便询问长老对他今晚的看法。
因为他当着这么多龙族的面杀了尼斯，而长老示意他不用担心，这都是尼斯先挑起的，并且你也没有做任何违背条约的事情，就是你不出手我也会亲自动手。而长老也看出了艾尔的端倪，想必你是知道尼斯会出手，所以你才故意不抵抗的，对吗？而艾尔没有否认，因为他必须要完成对本源水晶的吸收，在龙族大战的时候他就吸收了2颗，获得了控制龙族的能力，而吸收3个意味着获得了统治所有龙的力量。不过按理来说，艾尔吸收3颗就会变成龙族帝王的存在，所以梅迪达纳长老推断艾尔还有剩余的本源水晶，艾尔给予了肯定，这就是他找长老来的原因。一般来说，吸收3颗就会蜕变成龙族帝王，而随着帝王的出现，剩余的水晶会全部消失，所以长老表示他是一个变数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有人想复活龙族，这让梅迪达纳内心猛然一震。而鲁林也联想到之前矮人洞府的事情，一群龙族的人对他们发起了进攻，原因就是想抢夺他们手中的东西。而长老也看出了，这就是艾尔当做众人的面吸收本源水晶的原因。如果他们想要复活龙族，那么一定是冲着他来的。所以你就将自己当成诱饵，这真的是一种愚蠢的办法。话音未落，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落在天灵盖上，长老也不知道他说的哪里不对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就在艾琳娜买菜回来的时候，瑟琳娜突然就出现在他身后，见到瑟琳娜找他，他也被吓了一跳。原来是因为瑟琳娜一个人太过无聊，所以他打算找艾琳娜聊聊天，因为他现在的伤势没完全好，自己也算是一个病人。还没等艾琳娜反应过来，瑟琳娜就把他拉了上去，因为他想来这里蹭一顿饭。艾琳娜一脸害羞的低下头，他这里可没有一点肉食。而这一幕刚好被门外的雷恩夫人看到，这让他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小。与此同时，盖瑞德正拼命的逃跑，因为他正在被红龙抓捕。就在他以为安全时，希特尼出现在他身后，而他正是来了解盖瑞德，只因他没有将矮人手中的本源水晶抢过来。为了防止这个秘密泄露，所以你只能去死。见此，盖瑞德连忙辩解起来，因为艾尔吸收了3颗本源水晶，现在已经没有龙可以打得过他，也许想办法困住他，我们的计划算是成功的。希特尼随即愣了一下，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所以你还是要死。伴随着盖瑞德脖子出现一抹痕迹，便直接失去了意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奈林扛着一块石头来到了艾尔的餐厅，因为这东西他也没有见过，所以便打算拿来送给艾尔。而艾尔一眼就看出了是岩岩，一种天然的矿物岩。好奇的鲁林用手指尝试了一口，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咸龙干，这也让艾尔想起了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刚来到这里遇到了龙族战争，自己也被拉来参军。当时的艾尔还以为是梦境，本以为睡到第二天就回去了，可没想到还是留在这个世界。当然最痛苦的还有另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伙食很差，每天都是一些清汤寡水。精灵族女王本想牺牲自己嫁给黄龙，可没想到黄龙却直接拒绝了，并嘲讽她一点都不好看，只因精灵的发型不是她喜欢的类型。原来老黄龙只喜欢披着头发，并且他还有一个十分怪异的癖好，那就是对女服装非常着迷。为此他已经提前给艾琳娜准备了一套，这可把艾琳娜看傻眼。没想到老黄龙还有这爱好，但为了大家的计划，他不得不换上女服装。当看到艾琳娜走进他的实验室时，老黄龙并不想让他进来，因为他觉得实验室太乱了。闻此的艾琳娜只能尴尬的笑笑，所以我才想过来给您提供帮助。这让老黄龙的醒悟突然乱转，随即紧张到说不出话。见此的艾琳娜以为是老黄龙生气了，连忙表示抱歉，而黄龙则示意他不要紧张，想必你是被我的气质深深折服。一开始你对我很冷淡，但你会慢慢的对我的好意暖起来。听到老黄龙这么一说，艾琳娜的表情就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一样难受。这老黄龙也太自恋了，上面的吃瓜三人组也直接傻眼，没想到这家伙脸皮真厚。看到三人还在吃瓜，艾琳娜很是生气。可就在这时，老黄龙发现了艾尔几人的身影，老黄龙一下子就慌起来，因为他发现几人散发的气场无比强大，你们不是人类。随即就转身想逃离洞穴，却发现自己的传送阵已经被破坏。正当他想从洞口处逃跑时，却被鲁林和瑟琳娜的阵法牢牢控制。老家伙，现在你哪也不能去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娜突然感觉背后有一股冰冷的气息，你们几个家伙在上面看了多久？随后艾琳娜将目光投向了艾尔，刚才我们讨论觉得你穿起来会很好看，所以我们就想见证一下。瑟琳娜两人也没想到艾尔会直接把他们供了出来，可艾琳娜却是羞红了脸。真的吗？这件衣服你喜欢吗？这让瑟琳娜顶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与此同时，鲁林发现老黄龙不老实，好像在悄悄吟唱咒语，紧接着老黄龙便嘲笑起来，你们这些家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精灵女王发现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当她抬头看去，发现天空中出现一个墨绿色的能量球，能量球就突然爆炸，绿色的烟雾瞬间覆盖了整个精灵部落。当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他们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很快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，随后各自拔出了手中的兵器，纷纷对准了自己的喉咙，只要老黄龙一声令下，他们所有人都得死。闻此的艾琳娜顿时慌了，当几人出去才发现这老家伙给他们下了迷幻术。此刻老龙还非常得意，这可是我花了100年时间研究的精神控制，如果艾琳娜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含泪杀光你的族人，你会抛弃你的家人吗？闻此的艾琳娜连忙答应，生怕老黄龙突然下令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强大的能量从艾尔体内爆发，在你做这件事情，那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下一瞬，一道强大的魔法阵覆盖了精灵部落的上空，所有人都被艾尔的魔法牢牢固定住。见此的艾琳娜才松了一口气，失去了底牌老黄龙开始慌起来，各位小姐姐，有事好商量。只见鲁林和瑟琳娜一脸善意的看着他，是时候让你体验妈妈的感觉了。艾琳娜也是非常生气的看着他，你是我见过最坏的龙吗？闻此老黄龙却泛起了泡泡茶，没想到他还是一条斗篷龙，这样的艾琳娜他越来越喜欢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老黄龙被揍成了猪头龙，但他也无可奈何。
看着眼前绿油油的素食，瑟琳娜却不知该如何下嘴，可一旁的鲁林却是吃得津津有味，这让她很是疑惑。随后鲁林便将一瓶酱汁拿了出来，只要加了这个味道就变得不一样。紧接着精灵女王便对他们的帮助给予了感谢，但鲁林表示如果要感谢的话就感谢那边内蒙，这让内雷亚很是疑惑。随后瑟琳娜指着那边的方向，是他救了你们。此刻的艾尔正给精灵们分享他制作的萨拉酱，没想到精灵们会如此喜欢。结束后，艾尔来到了一尊雕像前，放下一些食物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老朋友，我们也有很多年没见了吧。男人只是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就将老黄龙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男人是屈指可数的九阶魔法师，凭借一己之力结束了龙族大战。看到眼前的雕像，让艾尔想起来几人组队的事。当时的贝登还在为艾尔不给他吃肉时天天拌嘴，因为艾尔知道精灵族无法消化肉类，但奈何艾尔做的食物太香。看到这一幕的矮人已经习以为常，这两个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斗嘴。就在这时，达龙打断了两人。比起这个，我觉得战斗会更有意思。他指向了一旁的方向，只见一群哥布林正追赶着几名过往的商人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道攻击直接落在哥布林脸上，伴随而来的又是几发弓箭，而哥布林只能在护盾外面无能咆哮。看到他们的面貌，几人才燃起了希望。这三人正是帝国出了名的英雄，艾尔也很怀念当时的时光，但没想到后面会发生那种事情，艾尔对此也很是自责。也许你会因此怨恨我。内雷亚女士，在两年前的一次任务中，贝登不幸中了敌人的计策，死在了战场上。艾尔将他带回精灵族，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贝登说过一定会回到精灵部落，只不过是艾尔完成了他的承诺，所以内雷亚心里并没有怨恨艾尔，毕竟他还拯救了精灵部落。紧接着，艾尔从包中拿出了一瓶酒，他答应过贝登一定会照顾精灵部落，所以今天拯救精灵的真正英雄应该是他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精灵们再次对几人的帮助给予了感谢，艾尔几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程。至于老黄龙，见到艾尔的实力后，他已经不敢打精灵的主意。就在这时，鲁林打断了艾尔，因为他昨天听到了精灵与他的对话。鲁林很好奇艾尔为什么没有把本源水晶的事情告诉他。闻此，后面三人直接傻眼，老黄龙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生怕艾尔给他来一个消消乐魔法。画面一转，艾尔几人便来到了城主府。迪兰知道艾尔出差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里，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而这也是艾尔第一次正式拜访伯爵府。听到外面的动静，维纳夫人也很是疑惑，难道是有客人来访吗？随后迪兰便介绍起自己的老师，但维内夫人看着艾尔很是眼熟，很快他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的事情。当时他想好好感谢艾尔，但一直找不到艾尔的踪迹。可就在这时，艾尔却打断了他，因为他还有一个人没有救过，这让两人很是疑惑。随后只见鲁林将老黄龙带了进来。此刻老黄龙老实了很多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莱登，老黄龙知道他应该是脑部出现了很大问题，应该是一种很厉害的毒素造成，但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题。紧接着老黄龙施展了一道魔法，伴随着一道强光过后，莱登的视野渐渐清晰，随后从他的口中发出了微弱的声音。看到这一幕，维纳和迪兰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随即一把抱了上去。至此，德雷克事件才真正的落下帷幕。看到老黄龙表现不错，鲁林便解开了他的魔法控制，而接下来的时间艾尔打算留给这个温馨的家庭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晚上，由于鲁林偷偷把啤酒喝完，艾尔不得不再次使用召唤魔法，而这也是他吸收了三颗本源水晶后第一次使用召唤魔法。这一次的动静超出了艾尔的预料，一瞬间魔法就将他吞噬了。九阶大魔法师回到地球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带799岁的黑龙吃一碗中国的炸酱。不料当他看到菜单的价格顿时傻眼，没想到价格直接翻了一倍。就在艾尔使用空间召唤魔法的时候，强大的魔法能量瞬间就将两人吞噬了。当他再次睁眼，却发现来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。艾尔清楚地记得他在准备食材来着。随着眼前的画面不断扭曲，艾尔想起来，这就是他去到异世界前的地方，他终于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在鲁林的不断呼喊中，艾尔终于清醒过来。然而鲁林面对眼前会发光的铁疙瘩很是紧张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。反应过来的艾尔知道这不是梦。就在路人要帮他们打急救电话时，他扛起鲁林就跑路了。而路人看到他的穿着很是好奇，难道是 cosplay 吗？片刻之后，两人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鲁林这才知道这是艾尔的家乡。艾尔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地球。看着眼前灯火通明的城市，鲁林便想让艾尔带他游玩一番，但艾尔很是尴尬，因为他刚才注意到女生手上拿的手机他从来没见过，再加上这些高楼大厦，就连交通也变得极其复杂。现在他拿之前的位置与15年前的记忆进行比较，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具体位置，但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他还有一个去处，而在此之前要换取现实的货币才行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农场的几人还是和往常一样上班，但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，餐厅比以往开门的时间晚了许多，难道艾尔也学会了睡懒觉了吗？很快鲁林两人就换上了现代的衣服，而让艾尔感到难过的是没能换多少钱。一枚金币的价格本可以换400万，但店家想要检查他的身份证信息，所以最后艾尔以一半的价格把它卖了。就在这时，鲁林的肚子不争气的叫起来，而两人的眼前正好有一家中餐厅，很快艾尔就想到了吃什么，炸酱面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随后鲁林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炸酱面低味道吃起来是美味鲜香，可当艾尔拿起菜单时直接傻眼，因为他清楚的记得炸酱面以前是4000元，现在直接翻了一倍。不过他也没有存钱的打算，
现在先填饱肚子再说。随后艾尔就带鲁林品尝异世界没有的食物，顺便自己也重新了解一下这个时代，毕竟还是和他记忆中的差别很大，也多了很多他没见过的事物。与此同时，餐厅外来了很多顾客，可餐厅已经两天没开门了，没有人知道艾尔去了哪里。从没见过艾尔会不辞而别的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餐厅的口碑会受到影响。于是利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帮艾尔经营餐厅，想必所有的食材里面都会有。而玩了一天的两人也踏上火车，虽然艾尔可以用魔法飞行或传送，但也许那样会吓到别人。鲁林透过火车车窗欣赏着外面的风景，他对艾尔的家乡很是喜欢。可就在这时，艾尔却叫住了他，如果我想让你留在这里，你会选择留下来吗？闻此，鲁林也很是纠结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艾尔示意他不用急着回答。与此同时，鲁林也询问他，如果我拒绝你，你愿意放弃住在这里和我一起回去吗？这让艾尔想起来刚到异世界那一段时间，他每天研究传送魔法就是为了回到地球，可尽管他耗尽能量都无法打开异世界的大门。就在艾尔想伸手触摸眼前只有手指大小的传送门时，身后的两人直接制止了他，因为这个魔法极其不稳定，如果他伸手触碰手指可能会被能量切断。当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回家，因为等战争结束，精灵会回到精灵部落，矮人也会回到矮人的山洞，而他又该去哪里？看着失落的艾尔，鲁林打断了他，也许你可以去我的洞穴，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去看望你的母亲。与此同时，利特学着艾尔切肉的动作有模有样的切着肉，看着肉的大小和艾尔切的差不多，而接下来就是生火，可他却发现底下没有任何的燃料。这时马特想起来了艾尔使用的是魔法，随后两人将目光看向了艾琳娜，伴随着艾琳娜吟唱魔法，一道小小的火苗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见此，瑟琳娜默默地吟唱咒语，随后一道强大的火焰覆盖了烤盘。别担心，我这里的火焰管够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。可当一块黑乎乎的食物端到桌面，顾客检查顿时傻眼。诺尔先生也学着艾尔做沙拉的配料，可仅仅只是一口，客人就受不了了，因为里面全是盐巴。看着顾客的反应，利特顿时感到紧张起来，因为再这样下去，餐厅就要提前关门歇业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要把火焰降低一些，但我不认为它有任何减少火灾的意义。我要怎么做才不会烧糊呢？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一旁的铁桶，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。而此刻的艾尔回到了他以前居住的小区，虽然很多地方都改变了，但还有一些是记忆中的样子。很快他找到了记忆中的房子，艾尔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我终于回到家了。随后他敲响了房门，此刻他非常紧张，要以什么样的心情见母亲呢？他应该能认出我吧，因为我的发型还是15年前的样子。可等了半天房间没有任何动静，难道是母亲睡着了吗？没想到的是隔壁的房门却开了，想来是隔壁的邻居。艾尔随即便询问知不知道604的人去哪里，可少女却是感到十分震惊，你难道是正花小姐的儿子吗？闻此艾连忙点头，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吗？少女擦了擦眼角，她已经不住这里。随后她便带艾尔两人去一个地方，你母亲告诉我很多与你有关的事情。而此刻艾尔很好奇为什么要往山里去，少女轻叹一声，为什么你现在才回来？如果你再早两年也许就能见到她。男人在异世界流浪15年，最终成为了九阶大魔法师，可当他回到现实世界时，母亲却因癌症早已去世多年。他消失的这段时间所有人都认为他死，但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因为他收到了儿子给他寄过来的信件。就在艾尔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，隔壁邻居把他带到了一片山林。艾尔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原来就在几年前，艾尔的母亲就被诊断出胃癌，尽管他做了胃部切除手术，但三年前癌症还是复发，现在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回来。紧接着邻居便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件，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，他写了一封回信以防你会回来看他。艾尔看着眼前破旧的信件，随后慌张地将其打开，一旁的鲁林看出来了，这是鲁汶王国的纸张。就在几年前艾尔掌握传送魔法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，上面讲述了艾尔成为了一名魔法师，并打算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，但由于魔法不稳定，他也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收到。看着这下面的落款，艾尔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，他从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见到母亲，后悔自己没有多寄几封信件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此刻餐厅还是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，因为经过利特的摸索，他渐渐地掌握了一些食物的做法，再加上经常吃艾尔做的食物，他很大的还原了之前的味道，当然少不了其他人的帮忙。客人的问题不用再担心什么，但让他们担心的是艾尔什么时候回来。而此刻的艾尔在森林里待了一天一夜，怕他熬坏身体，鲁林便示意他先吃点东西。紧接着艾尔叫住了他，对不起鲁林，之前是我说谎了，如果你不想留在这，我会让你一个人回去，现在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见此的鲁林直接打断了他，你真的认为你在这里一无所有吗？我们坐火车的时候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拒绝你的建议，而且把你留在这里一个人回去，我恐怕是做不到。紧接着鲁林紧紧地牵着他的手，你想待多久我们就待多久，但是还有一些人等着我们的消息。而此刻艾尔失踪的信息传到了伯爵府，恢复意识的莱登还没来得及拜访他，所以他打算亲自打探艾尔的消息。与此同时矮人也得知了情况，但古尔特扎尔并没有慌张，我们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建筑的最后期限和巢穴的完工，因为他相信艾尔一定会回来，每个人都在等你，人类、矮人、精灵，可能连龙都在敲我们餐厅的门，那里有着你15年的记忆，而且你母亲也相信你信上面写的故事，并且希望你对生活充满希望。画面一转来到两天后，自从那天之后他已经两天没有见过艾尔，
看样子是自己对他说的话过于严厉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。不过让他好奇的是，两人的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，还有这一袋沉甸甸的东西是什么。艾尔笑了笑，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你能收下。女人看到顿时傻眼，紧接着一个传送门赫然出现在两人面前。看来我们得回餐厅了，有很多人在等我们回去，谢谢你替我母亲扫墓。随后艾尔直接消失在他眼前，这让他想起来正花小姐说过的话。他想快点好起来，去看一家餐厅。他的距离有些远，但想必他现在已经开业了，那是他儿子开的，他的名字叫魔法师餐厅。看着消失的两人，女人久久没回过神来。他没想到正花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的儿子真的是一名魔法师。画面一转，艾尔和鲁林再次回到异世界，不过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餐厅的地方好像有些远。就在鲁林想用传送魔法时，艾尔打断了他。随后艾尔随手搓了一个更强大的传送门，这可把鲁林看傻眼。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空间魔法的？原来艾尔发现他与次元魔法的原理相似，所以就随手练习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回到餐厅外围的艾尔很是苦恼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如何跟大家解释。不辞而别了这么久，想必大家一定很生气吧，估计现在的客户都已经走完了。可等两人看清，顿时愣住，眼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尊雕像，这让艾尔不禁有些怀疑他们是不是来错地方。而此刻的餐厅内，利特正义愤填膺地讲述艾尔的英雄事迹，底下的客户听完也很是感动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这就是当年治愈伯爵病的那道菜。闻言客人们纷纷抢着下单。与此同时，一只龟头悄悄从门后探了出来，这可把利特吓了一跳。你们是什么情况？最好给我解释一下。随后一旁的莱登叫住了他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就在两人消失的那个夜晚，所有人都慌了，但为了餐厅能够运营下去，他们用尽了所有方法。紧接着艾尔尝试了一下利特做的食物，发现他做的水煮肉片还不赖，看来这小子有当厨师的天赋。很好，你的做法让我相当满意，不过外面的雕像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紧接着莱登表示是为了纪念艾尔的成就。很早莱登就听说了在龙之战中有一个传奇的人物，他无视上级的命令，独来独往。他是最差的士兵，但他也是最好的法师。据我所知，他的名字就叫艾尔。在你踏入伯爵府的那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神了。你拯救了这座城市，也拯救了我和我的家人，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，艾尔伯爵。闻言的艾尔直接就拒绝了，随后朝身后释放一道小魔法，雕塑直接被击成了碎片。我不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的餐厅时把背景项目包括进去。莱登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这个雕像也许有些过头。还有另一件事情，你能帮我处理一下关于我的菜能治愈病人的谣言吗？画面一转，来到另一边，一名女生不小心将书籍洒落一地，见此梅德林直接用魔法将书籍收拾起来。而梅德林的举动让女生很是羡慕，因为他们连梅德林的施法动作都没看清楚，所以关于他的谣言都是谎言。梅德林不可能被绑架，更不可能被绑起来哭。是谁散布了这么愚蠢的谣言啊？听到女生的小声嘀咕，梅德林面红耳赤，他也多么希望那些是一个谣言。来到门口的梅德林突然愣了一下，上一次他就是听到皇子的召唤到达这里，可打开门之后却是一条黑龙在盯着他。这一次他不知道是不是艾尔找他，所以他开门的同时委屈地表示不要把他绑起来，因为那个谣言已经传遍整个皇宫了。闻言的皇子也是直接愣住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梅德林这才意识到这次是真的皇子找他，自己的老脸还要往哪搁呀？片刻之后，皇子和他讨论的迪德兰城市的事情，那里的犯罪率正不断上升。不过让皇子感到好奇的是，梅德林为何不敢抬起头来聊天？梅德林女士放心，本皇子不会散播谣言的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到目前为止有多少派遣人员死亡了？回过神来的梅德林表示有三个。你是想让我过去帮你解决那些罪犯吗？皇子直接就拒绝了他。如果像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去，他们都会躲在恐惧中不敢露面，那我们就无法查出是谁制造了这种毒药。梅德林很疑惑，现在手上已经没有派遣的人手。皇子笑了笑，还有一个人，尽管他外表看起来像个正常人，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对坏人或国家都毫无顾忌的怪物。他们是最倒霉的强盗二人组，全国 2.5 万家餐厅他们却踢到了天花板，只因这个小餐馆的老板是大陆唯一一位九阶魔法师。就在艾尔回到异世界后，他也带回来了不一样的美食，而当下最热门的是烤肉拌饭。将烤肉切成条状，摆成好看的形状，然后撒上少许白萝卜和一些葱花，一份简单的烤肉拌饭就做好了。紧接着艾尔便让鲁林端给需要的客户，可当食物拿到瑟琳娜面前时，他却是顿时傻眼，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烤肉拌饭，因为上面一块烤肉也没有。看着鲁林还在吧唧着嘴巴，瑟琳娜知道是他搞的，两人为此直接大打出手。而一旁的维奈夫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原来她知道了迪兰一直都会来艾尔的餐厅吃饭，所以她也想来尝试一下，没想到直接就爱上了这里的食物。与此同时，餐厅大门被再次推开，能给我来两份他们吃的食物吗？艾尔用余光瞥了一眼，随后轻叹一声，当然可以。很快两份烤肉拌饭就做好了，于是男人迫不及待地尝试起来。这里的味道确实让我大吃一惊，一旁的女人也给予了肯定。见此艾尔看着她调侃起来，是吗？你好像不是那种容易感到惊讶的人。这让乔装打扮的莱昂皇子很是尴尬，没想到艾尔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身份，顺便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伪装起来？皇子笑了笑，
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想来尝尝这里的美食。紧接着他从口袋拿出了一瓶蓝色药水。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药水的事情，这是一种致命的毒药，它可以摧毁人类的大脑，而莱登伯爵就是中了它才卧床多年。现在这种毒药正慢慢蔓延到整个帝国，所以我们想知道它的幕后凶手。突然餐厅大门被两个男人一脚踹开了，如果你们不想死就乖乖的按我们说的去做。闻此一旁大闹的两人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维内夫人被吓了一跳，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强盗，这可把埃尔几人看傻眼。马蜂窝这么多，他们却选择了最大，很快两人就被梅德林制服了。首席法师大人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。听到有人叫他首席法师，梅德林很是高兴。没错，我是帝国唯一的七阶首席法师，这让莱昂皇子很是尴尬。可能是梅德林女士最近压力有点大。紧接着艾尔话锋一转，你想让我负责调查找出毒药的来源？皇子给予了肯定。不管我们怎么审问狄德兰伯爵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并且派往那里调查的指挥也都死了。所以我敢肯定这两个人就是从那边跑到德雷克城市。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餐厅老板？皇子也表示无奈。狄德兰伯爵的城堡被人摧毁，导致很多线索被中断，我想知道他是否觉得对目前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负有一点责任。这让艾尔很是尴尬。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？皇子摆了摆手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必须严格保密。唯一能告诉你的是这个人是帝国的七阶法师。这让一旁的梅德林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艾尔也很无奈，没想到放的烟花会牵连到那么多。他随即接受了皇子的任务。还有一件事，梅德林待会过来找我一下。画面一转来到狄德兰的郊外，这里的百姓大部分都流落街头，因为狄德兰的财政问题导致城市变得混乱，再加上莫名出现的毒药导致没人接管这。艾尔也没想到这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，如果靠自己一个人也无法抓住所有人，并且那样会打草惊蛇，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才行。紧接着他叫住了鲁林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但这个计划听起来有点危险。鲁林示意艾尔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愿意为艾尔做任何事。画面一转，鲁林就被抓到了牢房，里面的人见到他皆是露出了一脸猥琐的表情，就好像一群豺狼看到了一只小绵羊。鲁林也没想到牢房竟然没有分开男女，不过谁是绵羊还不一定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呵斥声打断了他，我听说今天抓到了一个不错的小妞，此人正是狄德兰城市的总管李卡多。鲁林也没想到所谓的强盗是管理这座城市的人。看到鲁林叛逆的样子，李卡多很是开心，他有点叛逆，但这正是他的卖点。闻此，鲁林眼里充满了杀意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侍女打断了他，原来是帝国派来的第四个伯爵到了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会客大厅，不过这让他很生气，这家伙难道不怕死吗？想必他已经知道了这里走了三个伯爵了，但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。只见他微笑的朝里面走去，欢迎尊敬的伯爵大人，我听说你是从皇宫来的。艾尔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，从现在起我将负责管理德伦城。女人来到房间，直接将男人推倒，而这一幕正好被另一位少女看见。突如其来的情况让艾尔百口莫辩。只见鲁林手上的枷锁瞬间粉碎，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计划吗？时间回到早上，艾尔从莱昂皇子那里拿到任命书后，就以沃尔克伯爵的身份来到了公爵府。看着眼前的帝国印章，里卡多知道这是真的。不过新城主来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快一些，这是他不乐意看到的。紧接着他便出言提醒沃尔克伯爵，在你前面已经有三名城主莫名死亡了。艾尔笑了笑，你是说我会成为第四个吗？里卡多没有回答，只是笑着搪塞了过去，我怎么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？这让艾尔找到了发挥的理由。紧接着他在里卡多的面直接撕碎帝国的任命书，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不尊重。见此里卡多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没想到新来的伯爵会这么大，要知道这种事情传出去就是牢底坐穿的。而艾尔此刻就表现得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物，比起那无聊的管理，我更希望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难道就没有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吗？里卡多闻此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脸色变得无比阴沉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鲁林被带到牢房之后就一直待在这里，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的离开，但为了艾尔的任务他不得不忍住暴脾气。紧接着他就被牢狱带离了牢房，见状身后的牢友脸上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无比怀念这个地方，因为和那里相比这个牢房就宛如天堂。鲁林用余光看着身后这几个嘲讽的家伙，不过他知道接下来去的就是艾尔要找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里卡多在暗处观察着鲁林的一举一动，因为他发现少女出现的时间和城主上任的时间完全吻合，但他也不清楚两人有没有关系，这让他很是纠结。他现在不能再杀死官员了，不过比起以往的伯爵，他更喜欢艾尔的性格。就让我看看你是装腔作势还是真的值得入伙。画面一转，艾尔看着眼前的药剂陷入了沉思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演技有没有骗过里卡多，如果直接提起会让他有所防备，他现在只能寄希望鲁林那边有一些收获。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，只见女管家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艾尔客套了两句便让他把茶水放一旁，可女管家却是不为所动，侍从大人让我在确认你喝了一口茶之后才离开，他说这是信任的象征。这让艾尔内心猛然一震，难道这个家伙敢公然毒害官员了吗？但如果想取得他的信任就要把茶喝了，借口拒绝喝茶管事就不会暴露他的真实意图。看着眼前的茶水，艾尔没有犹豫，直接拿起一口喝完。突然他感觉一股燥热感涌上心头，而一旁的女管家嘴角微微上扬，你们的茶还不赖吗？喝太快差点被呛到了。
艾尔赌对了，查理没赌。我这是通过他的测试了吗？紧接着女管家再次打开房门，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件事情，希望您能玩得开心。艾尔轻叹一声，看来里卡多那个家伙很懂事啊。闻言的管家便转身离开了，只剩下一个双眼无神的女人。艾尔一眼就看出了眼前的女人已经被操控，就在他想将女人唤醒时，猝不及防的艾尔被女人直接推倒压在身上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一个男人正黑着脸正审讯着眼前的两人。他们正是被梅德林制服之人，看到他们回到这里，男人很是生气，随后直接吩咐手下把他们带到实验室。闻言的两人直接慌了，连忙求饶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实验室会让人生不如死，此人正是狄德兰贩卖人口的头目里德。就在里德思考之余，一旁的手下打断了他，因为他们收到消息，里卡多今天送一个女囚犯过来。此刻的鲁林被铐住双手，和其他的犯人被押到这里。看到这暗无天日的矿洞，鲁林也没想到这里关押了这么多奴隶，因为帝国禁止奴隶买卖，所以这些人都是通过非法渠道贩卖。看到男人离开，鲁林直接就开启了传送空间，虽然他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艾尔要找的制作毒药的，但还是想告知一下他。就在鲁林说话时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随后他看向传送空间，只见一个女人骑在艾尔身上，这让艾尔顿时汗流浃背，我想这是一个误会。殊不知眼前的女人突然来了一句，主人请尽情享用。鲁林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两人，下一瞬一股恐怖的能量从他体内爆发，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计划。开打了，开打了。鲁林开启龙形态和红龙打起来，然而红龙看到这样的场景没有感到一丝害怕，反倒是越来越兴奋了。时间回到几分钟前，艾尔也没想到被女人扑倒的同时，鲁林也开启了传送门。见此一幕，鲁林很是生气，手里的锁链直接就碎成了铁疙瘩。艾尔连忙解释起，并让鲁林冷静下来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眼前的女人已经被别人控制，因为鲁林的气息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头目察觉，毕竟两人好不容易才潜入伯爵府。闻此的鲁林才收敛了气息，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好好聊聊，不过你最好做好准备。艾尔表示很冤枉，谁来评评理啊。与此同时，巡查的守卫察觉到牢房中的异常，见此鲁林只能将传送空间关闭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，我只是想反映你们的锁链太劣质，我想换一副新的。这可把一旁的守卫看傻眼，而鲁林的举动已经被里德尽收眼底，并从他的气息推断出鲁林是一条龙。闻言的副统领内心猛然一震，里德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打得过他，所以他只能去找另一个人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里卡多再次来到艾尔的房间，昨天送的礼物还满意吗？说到这个艾尔就来气，差一点就跟鲁林解释不清楚，不过他现在只能强压怒火。我很喜欢你们的礼物，那个女人我想多留几天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奴隶，但她似乎有些与众不同。闻此的里卡多嘴角微微上扬，你也注意到他们的特别之处了，一个被精神控制完全服从的奴隶，不必担心他们逃跑或反叛，他们服从你给他们的任何命，所以他们可以做任何你想要的。艾尔也没想到除了找毒药外还有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此刻他正想着要不要把奴隶市场连根拔起，如果不把它处理掉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人被毁掉。所以你是想扩大奴隶市场，利用我的身份创造一条向帝国中有影响力的贵族出售途径，对吧？里卡多摸了摸自己的胡子，看来和你合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紧接着艾尔话锋一转，但在此之前，我想向你确认一些事情，那些奴隶跟那个叫修炼室的地方有关吗？这让里卡多瞳孔猛然一震，他没想到眼前的伯爵连这个都知道。艾尔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如果我不了解一些情况，自然不会与你合作。现在我可不可以看看整个流程？里卡多笑了笑，我们已经是合作伙伴了，你当然可以知道这些过程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里德敲响了一扇房门，我这边好像有个问题有点难处理，而他所见之人正是红龙希特尼，因为他察觉到鲁林身上的气息和希特尼的很像，所以他只能请求希特尼出手。毕竟里面的生意也有红龙的参与。与此同时，艾尔在里卡多的带领下终于来到了他们制作毒药的地方。这里到处都是魔法的痕迹，他猜测有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在背后，而且这些人的身体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太好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摸清楚制作毒药的成分。紧接着艾尔便询问配料的材料，他们也能制造不留痕迹的毒药吗？里卡多还以为他对其他药品也感兴趣，随即就准备从怀中拿出。就在这时，里德打断了他，他一脸平静地询问里卡多为什么带其他人过来。还没等里卡多回答，一道利刃瞬间就划过他的脖子，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，现在我帮你矫正他。艾尔也没想到他们对自己人也那么狠。随后里德将目光锁定在艾尔的身上，见此艾尔也不打算再隐藏了，这场角色扮演的游戏到此结束。而此刻鲁林也听到了嘈杂的声音，并且还感觉到了一丝魔法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希特尼找到了鲁林，我的牢笼里竟然还关押着一条黑龙。鲁林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红龙，他居然没有察觉到一丝气息。此刻希特尼看着眼前的少女，虽然你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但你的事情我太了解了，维伦的女儿。这让鲁林顿时愣住，你知道我妈妈的名字？此刻希特妮笑出了渗人的声音，我不仅知道她的名字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。下一瞬整个铁笼瞬间融化，鲁林再次开启了他最不想使用的龙形态，而此刻的希特妮并没有感到慌张，让我看看维伦的女儿成长到什么地步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九阶法师的全力一击竟没能将眼前之人杀死，原来此人正是被誉为帝国最强的剑术宗师，但他在龙之战开始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。就在刚刚，在红龙的不断嘲讽下，鲁林开启了龙形态，对着他就是一击龙吐息，待烟雾慢慢退去，地面上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口，这可把一旁的士兵看傻眼，自己2500工资哪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连忙起身逃跑。
此刻的红龙依然在不断挑衅，下一瞬数道烈焰径直朝鲁林袭去。你应该留在德雷克，和你带来的人类男人玩过家家，而接下来就是两条龙之间的战斗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看着药材被烧毁，李德却是无动于衷，这样正好帮他销毁证据，但艾尔怎会如他所愿，随手一道冰魔法就熄灭了所有火焰。如果他毁掉了所有的证据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看到艾尔能轻易的使用高级魔法，李德知道他不是一名真正的官员，于是李德假装询问艾尔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趁机分散他的注意力，随即对艾尔进行偷袭，但没有对艾尔造成任何伤害。看来你的魔法确实相当了得，艾尔也没想到他是一名一级的骑士，所以你是从皇宫里出来的吧？这让李德内心猛然一震，没想到光凭自己的随手一击就猜到自己的出处，这让他觉得事情越来越有趣了，但同样的也让他感觉到了危险。紧接着他使用了更强的拔刀斩，艾尔挥动了几根手指试图限制李德的行动，但都被他躲避了魔法。原来他可以看穿魔法的流动，仅仅只是一瞬，李德就突袭到了艾尔的身前，这可把艾尔看傻眼。但好在艾尔的释放速度足够快，而李德知道艾尔不会使用大范围的魔法攻击，他正是利用这点对艾尔进行突袭，因为他知道艾尔要保护现场的证据。紧接着无数剑光将艾尔包围，此刻艾尔察觉到了这已经超出了一级骑士的范畴了。他的剑术使用的非常精湛，看似在攻击四面八方，实则所有的伤害全部汇集在一个点上。他知道如何杀死一名法师，伴随着李德全力挥出一道剑气，艾尔的护盾被直接洞穿了，但依旧没有对他造成伤害。艾尔也不得不佩服李德做法，从逻辑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做法，但你忽略了对手的实力。看到艾尔完好无损，李德不可置信，他使用这招从未失手。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艾尔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前，伴随着艾尔释放魔法，李德被砸飞数米，但很快他又站了起来。当艾尔看到他破烂衣服下的身体时，内心猛然一震，因为他的身体好像被改造过的一样。与此同时的餐厅内，维内夫人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皇子，难道是因为狄德兰的事情吗？但皇子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因为他已经知道都是狄德兰干的。与此同时，德里安特找到了皇子，随后皇子便询问狄德兰的审问进度，而德里安特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，好像城堡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就在这时，皇子一脸严肃地问了德里安特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和艾尔打一场谁会赢？这可把一旁的两人吓了一跳，殿下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而皇子示意两人不用紧张，这是一个玩笑而已。随后德里安特很认真地告诉皇子，虽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但听起来有点过于愚蠢了，就算是我和梅德林两个人加起来，在艾尔手下撑不过两个回合。此刻的皇子才意识到艾尔是一个怎样的怪物。与此同时，德里安特想到了一个人，也许他可以在艾尔手下多撑几招，他是天才的剑术大师，他将骑士的剑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皇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也听说过这个人，但那时候他还在国外学习，并且李德在大战开始时就消失了。此刻的李德询问艾尔真正的名字，当他得知后好像对艾尔很是了解，你就是那个逃兵。艾尔也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个称号，这让他越来越好奇李德的身份，但李德却不想在这里过多停留，随即挥出两道剑气劈向天花板。他知道实验室和这些奴隶的性命会牵制住艾尔，如果当时他能早点遇到这样的人，也许他就会选择了一条道路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红龙最后被鲁林打趴下，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我的母亲的。然而红龙依旧嘴硬，我知道你母亲所有的秘密，包括她创造本源水晶被关进了监狱，最后还可怜的死在了里面。然而还没等红龙说完，鲁林一击就了结了红龙的性命，如果秘密泄露了，我可以杀了所有知道的人。